伊本身是一个会计师，伊伫高雄是中山教的长老，长老，啊，伊这个过程方面非常的专业，啊，非常的内涵。伊不但是会计方面真内涵，其他的相关发挥也非常的深入研究。所以伫总会内面，所有的咱今仔看起来资料，拢是伊所编的，哦，咱的很多的资料拢是伊手里来的。包含咱现在咧有迄个中国过去沟通，也是台湾有差不多一个，所以咱就等下两点钟的时间，咱来认真好好来听吼。啊，伫上几点钟是财务报税的这个综合的迄个报告吼。啊，我甲李经理阮两个共同做来讲一寡基本的款的详细啦吼。啊，恁若有啥物这个有问题，平常恁咧处理财务过去有啥物拄着啥物困难？我了解，但我这个就是明显，嗯，来讲，伊是也是咱的国宝啊，真正是足好的人才吼，还有这个机会，一对个人，咱挂方来到咱家吼，咱时间来到家吼，嗯，把时间到。
那那是跟主以后，咱是在里面提起在里面。啊，今天咱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吼，是叫咩个？你做起在里面，你对咱本所的会计处理上，你有就写到无？啊，你意思讲，到底咱的这个债务有甲人对是达无甲？就是讲，咱的会计特性在哪？咱的特性对是达？啊，所以因为咱要写这个手续是我当时，我要写这个手续是我想假设讲，到底你结果是安怎？哦，所以讲到底你交的数量是偌济？所以你要演出的结果哦。所以每个我甲叫我本来写的结果是收入。啊，咱收入可望十个，支出可望十个，拢从四十五可望都够用个。啊，因为过个可望，唔是讲逐天到个，但是当时变了的是，大家提出足多个意见，哇，这些可望无够，啊，我对答无够，所以意见无讲出来，会计可望意思讲，一个交易标的物啊，你交易数啊，你最后用什么来标示，迄、那个是会计可望。所以每个国家是一个交易标准，吼，那是一个集合，一个交易数啊，一个记录啊。啊，所以呾真个拢无交易个时，阿标拢留一个其他收入、其他支出。收入若无可能，你也可能是其他收入。啊，可可能若无支出，无可能你也可能其他支出。啊，这块物件不是可无个吼，啊，不吃饭写落去啊，哦，啊，但是无是无怕是，即个最严厉上来一个加个可无，即个我爱。因为伊加做加做，我就是伊个，就是讲，咱有对来好，啊，既然有对来好诶，你是对什么？真正对来好，对来好就是讲，骗我鲜花杯，骗我做礼物，就是骗我小面团、面糊团结、青面团结，这是对来好。这对来好都是要钱，都是来交费的对嘛？哦，啊，但是过去哪里是好交费？今早是在以前先交费，我也不哪里交费，有些缺点。到底咱教育资源偌济个，啊偌济个？看，第二个观点就是讲，迄个怎主动办？啊，这个习惯你敢要从遐个联络教育，为什么是？哪里是？你无经过教育个消化，安尼你袂使去讲笑事。这条你也可能是，吼、哦，安尼才能讲笑事是正目的，所以说要改变，吼、哦，迄、那个可控力在批了，就是讲，伊可以立即控制住下落去。那是另外，不是讲咱爱去表达哦，我好朋友是万山呀，是是因为那个应该东西，哦，所以我是建议讲，咱应该去表示，那应该得套在到位也消啊，啊赚。但是赚的是起码一点就可恶，我是建议那可恶快一点到他过啊，到到这个地，比如讲对来好，对来好的赚点花钱嘛。我来讲，现在不是可恶啦。其实可恶是讲钱淹起较死啊，那个是把这个公司的存款的钱搬来干掉之后，哦，像煤矿搬来安尼看，但这样年纪还都会可，那不是这个基础。所以我因为我本身较知影这个煤价的问题，所以我就来平常三个哦，就一个分给的基础，一个叫做。就是注意哦，迄个是讲注意嘞，最重要的基础，阿来个这个一般这个基础，这个先啊，该唱的呀。但这个先可以了是，这样好一个任务，就是讲不小心交来，到时候已经交五十万的钱过去，你这个先把这个单位，这五十万爱买个去，到时候我用这五十万，我存到这边来交，这是咱在公，咱在公部门跟核销限制的嘛。所以，但是你不要提。因为咱总会，咱教的是会报社，咱是免报，所以这个万一若真正追求的是，咱希望对方来把保持讲教的今仔我做一千零两个，两万块，你来两万块面前也要打，万一有事也是你爱这面前来交出，交出来我总会，哎，总会来，我先报警，我报警，咧，确实要清楚，啊，你也要咱落去转掉。但是我想来讲这个观念的啦，吼，伊说这个客户可能是我未熟，但是我来做讲，这个客户既然有熟啊，咱费用，吼，我是来建议讲，对来转调这人有这个基础可能，我
我希望这先甲大家做个参考。啊，今日咱个先来讲，我做一个会计人员，伊应该有几点规定？有规定是我想要先看十三页。十三页，咱就是咱教育法规内底跟财务关系吼，财务的规定关系，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个就是咱的台湾民族平等教育财务规定，一个叫中会及国教会的一个财务办事系列。咱今天来做会计人员，咱希望恁按法进的办法来详细来看。啊，若有问题吼，咱会当向总会这个财务师去建议。这个叫什么？财务规则改变十条命吼。啊，这个办事系列讲十八条。啊，我在七八年前咧做这事，但建议讲这无道理啦。因为总会的属下也有学校、也有病院、也有一挂咧事的单位，啊，哪里是结合，实是无道理。安顺台好，好安排，研究安那个台，所以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到了我旁边开始，我有一个结论说，因为他那是讲相对啦，以前基础我可能改一寡问题。你来听下个是爱正确经验，有改规矩啊，改规矩。你讲刚刚讲，叫人回去才是人才，是不是？你这个规矩来听，我比较是担心点，要想一个哦。所以我每次修改时候，你都稍微写哦，是咪？另外个查出你到底是哪几下哦？科技几多单位写的，上班不写的，上面我刚查出来，但是我刚在写呢，我下来。因为是咱教育关注，所以这一个关注就是我伫边啊，我个就是讲会计关注，吼，这实是讲一些事件吼，有在讲什么是会计，就是会计管理啦，啊是讲会计的知识，吼，是叫我个关注，后来要找资料是容易去查，吼，所以咱直接会计来陪咱去发现，今仔咱总会伊拢会查各教会的销啊，啊咱教会咱。家己用的，咱卖去查咱的教会销啊，啊，咱教会销啊，爱提哪个？啊，大家问我，我教会销啊，爱提了教会嘛？十几年前，啊，做一回教会，啊，教会，有人卖起来，伊讲啊，无规定啦，规定外头，我讲有人做几有规定嘛？啊，几有监控嘛？你说，你家刚刚来看咱这企业的结果，哦，这个第十四啊。一般是这个第二条条就来讲啦，我教会所属的教会，啊，我教会这财务应该是教会家己监督、家己的，我不用这条去讲好啦，吼，是安怎讲？我要家己监督，要面子的，啊，你无爱我查，我太在你爱话的，我爱去监督，对，我爱面子的，哦，这是咱一个监督领导，咱内部控制的重要。你做爱好，你也点名的，单位家己看，我是讲，你告诉我讲你的。Gracias.
到这个钱，买一个房子就好，你就认识我的伙伴。啊，我实际讲，我老听你啊，我变风格听你。啊，其实我好好拜，我们得哪里改？哦，啊，当然我是，咱讲看笑，不是要讲管，是要讲，哦，要讲公德，咱来传统的情况，假如有点难接受，也难接受。所以我对我自己。即个咱用话要甲查咱教会是，看伊低调。咱看人消息，绝对唔能去甲批评，吼、哦。该讲出去诚实，出去诚实，做在旁边绝对无好笑的。你基督徒未使好笑的，吼、哦。咱上帝甲咱讲，啥物叫做神，吼、哦。啊，啥物叫做咱来公义，爱有慈悲，吼、哦，爱甲上帝感谢。咱是真心属于个人，咱要有上帝。所以咱来，当做出来好，你咱爱讲的。讲啊，你方面太直接，你刚方面太直接，啊，你刚回去就一挂话题就结就好。怪不得来讲怪伊阿个啦，伊讲的话题是拢问讲，到阮这个方面，你是不是要方便做结就？伊若是，咱还是来挂。哦，所以伊若刚刚讲，今到尾时阵刚刚回快无九十八万，哦，啊，咱遐说已经九十八万钱，我咧听下。外国安尼个技巧对不对？哦，然后咧实际建议安尼休息，所以我第一点我讲咱做一个模范哦，查到一些第一点，大家爱诚实相对，爱相信对方，啊，第二，伊这个报备是可靠性、可信赖，咱一定要讲伊个报备是可信，安尼个看起，啊，来是咱到底咱要讲看起，咱来注意到这个。因为一个会计人员，伊较重要是爱啥物？爱，伊即做会计是遵照法律来做，啊，法律有条件，就是对内法律，就是对外，对内法律就是咱个法规，啊，就咱个在，啊，对外法律是监管的规定，或者讲监管的规定，即教育部嘛，公务员之间机关分配，你呾每人纳所得税的个金额个标准，哦，标准准则是。我要讲的是，在台湾，这些朋友，这所有的在台湾，那这个教育部那方面的机关单位，根据这个法规的签署来成立这个是，以免那所得税，啊，也互相组织，好像伊拉公司有滴，有那是在交所得税，哦，有这个平台，啊，这个平台就是意思讲，伊拉在，改变来讲，伊拉免那所得税。标准分级是甚物？哦，伊个地标地高地标地高嘛，来讲，你即个机构，你有会计，你有关键会计记录，啊，啊，甚至个完整会计记录，你讲你若无完整会计记录，你就袂当认输，哦，啊，那叫亚里若无完整个，啊，甚至个完整会计记录，我讲方便，方便讲，你想怎样？那你记下来先，那你就去搞一手保险，即个会计搞什么？甚物个会计交涉？你讲这个交涉啊，会当用金钱，会当用通信的货币来甲表达。譬如我今仔日教会电话派、手机派，那就是属于买，哦，对吧？啊，去买是提钱去，哦，啊，提是要收的，哦，啊，这嘛是公司是开发票，啊，若不是公司的事，哦，无用发票的，伊就开一个收据来，等我们的银行发票收据来。啊！这收起来了，证明啥？证明讲你搞买无地，地方无大，拢做无大好，哦，安尼就是搞事还袂证明，哦，啊，这个是啥？这是一定搞事，一定搞事那些，一旦用通行的货币来表达，啊，啊，咱就来提供借修预备贷现金来办，哦，啊，咱再补充点这些现金基础上面来做，对不？啊，绩效安尼做，哦，也是安尼做。啊，咱想低调好一些，咱咪低调些，因为那是财务。咱采用传票制度，吼，因为咱中华民国的一个会计是当然会计制度，所以我讲的是会计制度是讲来建国，咱来采用传票，吼，啊，传票到一张收据使无到，一张收据咱甲叫做印钱，什么印钱？会计印钱，啊，传票也是会计印钱，两个拢是会计印钱，但是一张咱去甲买电费铺个爱钱的收据。这个关系以前啊，啊，你一旦有关系以前，
赛，然后我有人是讲出来的，吼、哦。但是咱讲希望恁把关系变成起来是先做一条钞票，啊，做钞票袂打掉，做钞票是袂计较，所以计较起来叫做钞票来叫计较变钱，关系变钱，计较变的是变钱变钱，不，叫做计较变钱，这是叫做关系变钱。啊，这个计较变钱是钞票，吼、哦，简单讲是钞票。啊，钞票一定爱有理有据才使做，就是讲一定爱有关系并且才使来做。啊，如果你面前那无变啊，我咱只能按照人家讲，咱来输出凭证，哦，输出证明书。像咱今日播出啊，你看一个朋友看病，已经买起一百块五百块，那别个我算讲，我买几十条买来的，哦，啊，但是感觉这真需要的。你坐去零售嘛，两百块啊，都要钱，伊可以买车，哦，一定是安尼。啊，你是咧，恁等下来家己签一个叫做实施证明书，哦，我今仔日开几年，哦，啊，伊经手人是无啦，啊，你通叫伊真正来家己签的。这张伊消掉的，国税局又叫做合法的凭证。我迄张是迄，迄张凭证是合法的凭证，迄个假凭证，哦，所以恁你要讲。一点要做条传票以前，你袂使讲你无凭证，上无你爱用技术凭证，我听你讲。好，你做传票做好，啊，传票做好的时候就是记下，啊，咱记了什么？记了物件，啊，你着记了的是啥？啊，记了的应该结结的，咱连一个报表，啊，啊，报表要从啥？报表就是要上号，要看好别人看啦，哦，啊，迄个是会计，唔是讲。每一样方面都特别的，公开信息的哦，我拿爱发会议，所以会议的典礼是什么？会议了，你讲啊，会议典礼是啊，什么做会议？你咪讲啊，会议面前起来，我来做传票，传票我记了互联网，互联网起来我来内部面，安尼叫做会议，这是叫做会议。你来面对吼，哎呀，这另外一个解释哦，什么做会议？会议就是咧机构。会计是提供资料，和需要资料人做无言发切，这个做。我听了你看这边点点到这个车辆很大，哦，所以这个会计，啊，会计的这些提供资料，提供什么资料？提供财务的资料，给需要资料的人做有用的决策。啊，你看这个点滴，你看到这个，啊，那他要考啊多少？啊，那提出来了，我提出什么？那爱卡呀。啊，第二，我需要资料做对内容写作，你来加工成电影卡好了，写一写，我拢不好，啊，来拢不好，啊，我来发电稿来写，哎，沟通，吼，因为我唔知，我来在我讲出去，我讲真紧，哦，你知啊，我今日代表是一个会计师，提出一个绩效的，叫做天使嘛，哦，你来记，迄个是。我今天来表达这个，还是听无？好，假使呢，就是一般般学生的时候，学生来用两只手，好，有，这些是会计，我不是，你的答案没有错，啊，啊，会计是做啥？是来提供资料，有需要资料的，需要资料的人做有用的决策，哎，你呢？安心去，是，这两个点你都无。所以，这个你若是利用，这个是一个为天书来讲，因为会计天书是安尼做，这个是恁会这个，啊，可能意思，这是一个，这个会计循环，哦，就是基础没做啊，你得要各位考过来，并且慢慢做，你是安尼就会计嘛，做简单条，会计呢，那普通咯，很成熟了，那小的不会调，我用这一条，哦，所以因为这种叫枯燥，而且单调，而且又。经常循环在做，不是做这些经验，啊，啊，等做这些经验，你来提供资料，好了。他说那几个点，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也诚实面，你天数的去改解释的问题，啊，那个两种问题是啥？提供资料和那个爱资料啊，是无缘关系，和 user 和那个需要资料是无缘关系。
个需要一个人靠背来看，不需要一个人靠背冲山。哦，啊，要看伊嘛爱会晓看，哦，啊，伊看捌的是厉害的做代志。所以会计人员的时代，我讲会计是企业的干部啦。会计呢，缺少这种做工具的话，应该就不要不要。足侪公司内面，伊主管伊爱做，伊会对会计的里头，伊会对待会期望是。因为会计单位做工作是非常客气的，话我要给的，我哪哪哪，哦，那是上班。啊，我们现在就做出来资料，你这个就健康，哦，这个就健康，啊，但是就不容易。第一，两个字不用多钱，哦，那些刚才那批的工，啊，这些三年级，哦，啊，那三家那个单位就一定单位，为一个轮轮单位，轮轮轮，上个月，比如说发布的这些产，也卖点那。还有卖便宜，便宜过啦，来只要你找对去，啊，都真贵咯，拢比较贵，比较贵咯。啊，抢不抢？哦，我今麦是对啥？还是拢在看看看。你今麦就是抢咯，卖便宜，但是卖便宜来得，哦，啊，你越卖便宜，利润多啊多啊，哦，啊，你看，现在人伊爱现在伊是讲，我今麦到底啥不对啦？我是啥八的，还是啥不对？我变来造成罪，所以伊讲是讲你啥不卖卖便宜啊？你看，伊可以答案，就是足健康咯，就是无。那会计，你直接会计的话，你就问他上几万块，足健康的资料，啊，就是无容易。哦，啊，但是，啊，但是，啊，当你家己资料是无我也不出来啊，啊，当你出来是当无我也，哦，所以就讲你得要期望他，所以提供资料就比人家办无我也，所以会计比无容易啊，哦，所以会计变得无容易。来，我听我来讲，这是功能的功用能力解释。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会给你关心。我公家意思是要跟你讲，那边那批雇主要给老板，那边批雇主要给咱，咱教会的社会管。哦，咱主要是，咱不是在调货，哦，调货这一课，哦，你来搞啥事，我来忘记啊，给你看啊课。我先把台湾的调货这边给你管的，哦，好的，请你来给你管的，来点波波面给你。不，也调啊！什么超级体来？我来讲，啊，不变的。不变的是会给你们最好的产品来，你也亲个人的啊。但是一件不变，给人不好，我给人好，爱做这样。你不变是不是要被天数做出来？啊，所以我就讲话，上面是完全会给你哦，就是讲，那边看是不变的啊，不变的。啊，这不变来的，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会分量出来？啊，是。啊，分量就是归得出来，分量是不是归创造出来？啊，讲是。啊，创造是不是归关系里头出来？关系出来是不是拢关系里头？啊，安尼该查得到。啊，安那是是，安尼你来看看，我说一个讲，关关键不点知道。所以，这边做这个就简单的是安尼来回答。啊，那个为人做事，咱直接说一句，啥是上进，我讲天能力啊，那谈天能力，吼，为会计的话，听不了。第二件嘛，也受了一个坚固一个前书来，哦，一定爱呢，报表是为分离掉来，分离掉是为创造来，创造是为关系里头来，哦，安尼才有够这个环境。所以我来讲，第五呢，咱这个调回去当查消息，你第五一个爱来考察，也会给作业有下规定，哦，有下咱的规定，有下监督规定，这个是你爱查。啊，要查这些，我该设置个切入点，哦，你说一点不会你哪里做，哪里配置，哦，为保安局配调配置，如果没有做了，你老子把眼睛压开做，哦，那你要一直按着电话来搞，应该下来，你来过年了，所以过年来过年到你调回，要讲查到的会给钱，到了会给不给你做，钱哪里做？因为这报表比咱在乎的来计，还是咱办事的，你就联系来讲。咱把各位报表啊送上，还要送笑话看哦，对不？啊，有诶，我叫你讲设一个在乎这里，啊，这在乎这里，我不一定无事情，啊，无事看袂着，我派个代志。把各位报表和笑话看，啊，笑话伊都无事快看袂着，是无事爱甲签在乎这里，甲签歹个回事，那是讲起无事诶。你实是对我师傅是办在，哦，啊，所以就带你要带，不知道我点子个卖些小物小，唔系小物，你要卖些爱心，到底算不在乎钱？有
在福建人就在我们卖给大行会给我十五千啊。啊，我接下来开始就，这个咱查的是第一点，过边的来是咱就是解放军了解看哦，啊像咱电脑代表了拢袂滴啊，哦，啊那实际手工的是也叫的，我还看咱拢做几个号，拢做四十个号，收音哦，收音十五个，计算三十个，那个四十个号，你那边搞，你对讲偏，我是三五千块了，上万，可能那较紧啊，哦，三五四千块，哦，啊第二，你看卫生，你看卫。你金额较大，啊，较少，啊是较强的，咱各找一个所以，啊，解看，即个分离条内底，伊所记的迄个金额，会甲退出，来讲，啊，你创票对看嘛，有无？有创票，啊，创票，你摕来看嘛，是即创票金额，搁较其他个金额对看嘛，啊，老有，啊，有，啊，表示对，哦，所以即小咱来甲查，即是最基本的查的，第一嘛，爱甲查出查的意思。也意思是说，咱的中文会变成这个意思，这个，咱看这十三页，还是写的，咱看我伫这个会计完全了解写，写意思这个，哦，所以我感觉现在伊在困难啊，各种的保安检，啊，来到位困难啊，讲，假使今天超时间，哦，啊，我如果变意思，啊，意思我本来我心里面就是想讲，啊，今日台风天来，我吹吹，我可以讲个。第三万块啦，啊，剩下再点就不一定。咱就是要讲，这第二条不一定哦，不一定看医生在最高了，医生在里头，但是咱还有一个情绪，咱呢就用手啊是收的，放过了，搁里面一条绳，里面一条的这个合围来对应。咱再呢，咱做一件，第二回，人对这医生的观念就麻木了哦。其实那是坚固的。以前医生这东西，假使今仔我变一个一台车，伊唔叫你无到，我甲变一个车牌，四个人无到，所以我今年就想要四台了。啊，明年我搁要四个人来到，因为医生无，就是你若照顾袂起，是安尼照顾来哦。当然基本技术基本面要考虑个，哦，会当考虑经常来去运动。这是我来讲，今仔个医生是。是合会大用的会做的，啊，咱怎来讲？咱做会计的话，咱今天做到头会计，咱不成管理。咱的职务是啥物？职务是咱的职业意思。咱的会计的职业意思，意思我叫你开，你还是要开吧。意思那无，你来讲，啊那无，你来那收的讲，这无我免开，啊，我个表格就老的，我负责啦，你这个也。啊！你开始要这个事，这条钱呐，经过小会去决定，讲无要做事，计来开了吧。哦，啊，你是这样干，哦，难讲我负责，到时无，哦，因为这小会了后，我都靠每年多的这些合会来追进，哦，所以今天我想来讲这条条，因为咱对历史观念就偏薄，就模糊，这是一种严肃的，你说。今仔日，今仔日合会内底，咱合会会计已经报过来是本行。第二项是，我去年度我执行了我的预算，哦，收入偌济，支出偌济，啊，我计偌济，这是报过去年度的事。同时，伊也报过讲，我今年要来实现我预算的目标是，啊，你准我用，啊，来通过，还是通过？哦，所以说大家袂反对较济啦。你知道，这个方位就是信用的，啊，你来叫人通的就做，你再甲调和，哦。所以我咧，咱咧要去甲查到位时，到时起来是咱问题了，是咱看收入基础，收入的吼，啊，甲基础就甲伊意思讲者，啊，甲伊实际发生是对吼，脑通吼，收入的超过就关键啦，基础的咱控制基础好，基础若超过是，咱是不是就要推荐？咱有去留用无？吼，然后去留用的是，如果你咱的做法能叫做吧，销售比如讲我医生变两万块的收入，但是给你开五万，啊，因为咱像医生这东西，不能讲就无底金啊，哦，啊，但我那我就无底金袂当变，我讲无底金就无底。
为你来讲，咱普通变意思就是，咱经常会收，咱会通透偌济，我们大家通透都无拍算。安尼你就把所有知识、所有加起了，该收无拍，这个意思。意思咱变两班，变一班，我讲，讲迄个有已经变一班，我拢会改问，变一班是安怎变，啊，什么意思？讲袂出来。那变就所有了，好，这个有作用。就是讲，看咱个收支个面，面面上咱个决定，咱个意思要变偌济，迄落有一个帮助。我阿哥只要支持重要，变三趴，阿是讲变两趴，阿是讲变五趴，阿有一个数字吼。啊，后过咱真正超过一成无是，咱是动有无平均，吼，有平均动用无到是咱要看，咱个一线排在，哦，像无无用品，吼，阿是算交代费，咱个一线，阿一线。安尼，安尼，咱即些有出来是，咱变做是讲，迄个数一卖就是讲，哦，啊，然后流量传播会较值得来变出来，因为咱在个别有时间卖会变较多，哦，像阮今日讲看个别是，阮足重要，拢是看笔数啦，笔数就是个别，哦，你爱记笔数的个别，照咱用个别啦，伊拢是公开说笔数吼，你爱注意用人看个别，我记看落，会较老笔数讲。我还要欠人工钱比偌济，还袂支出即卖咧烧去。哦，啊，哪里表示讲这条钱是费用哦？这条钱吼，假设伊今年赚两百万，其实这条钱爱五千万是。这条钱呐，那爱赔的是，两百万到五千万是要是要四分卖呢。所以伊都谈啦，会计师是跳跳进去啥？看大家大概冲击咯，冲击咯，电脑为主，来点一个名，安尼就无去看伊了。所以会去看笔数。B 柱的是后面 ，B 柱的是小窗口，我给标了啦。哦，所以你爱听标。啊，我今天教你一个，刚才你是这个，所以医生啊，三种变成，那教育规定是讲，哦，像咱这个你看是专业是，医生啊，三种变成，伊讲这新的年度开始，哦，新的年度开始以前，你讲十二月底以前来变出来啦。啊，那个教育规定，叫做 APO， 叫做非营利组织。伊是一四年度开始的前三个月啦，就是到月底来变成，所以这个总会规定吼，迄边我做规定了，一定伫咧甲建议，咱拢做好做啦。NPO 这个物件，非营利组织，甚至非营利组织，咱知影有一个公的，甲一个私的，公的是政府，对无？公经济，甲私经，私经济是咱，但是叫去走遍第三者。这第三者是啥物？是啥物啊？咱只私的是做私的代志，公的是做公的代志，对无？啊，但是有一种人是啥物？是用私的钱去做公的代志，叫伊做第三者。迄第三者是咱讲的 NPO 啦。其他一点的社会，还是咱一个宗教团体，伊感觉社会真有需要啊，来出单来做。啊，出单来做有监督，内容会高，所以有咱第三团体。啊，恁就先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咱就是为社会去的。因为 NPO 本来就无钱尔，伊的钱是为较大企业家伊来发的，啊是以后去经常去追活化啦。今仔做这些内容，因为时间做了遐以前就对了。中路回来变两个是，伊遐大家讲话去的时候，我看来变较明了。我来讲今仔中路回来，咱就当突破我拍摄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事情。一百四十年来，伊是变，我就是我这从变的，伊是变的，伊是变一几年啦。我安尼一几年在做什么代志？而且咱一几年的台湾，其实咱的三千变，现在只有四千几万，好，四千几万。啊，咱从开始无拍生的是，连营业无拍是，一年来只有九千万，咱查出来，好。啊，其实我来查的是。其实做咧做咧事项，有咧做因做咧事项做，伊拢家己去咧无法，伊无法都无钱来用。所以阵时变做话，伊五千万嘛时间快了。咱做个过程，在于咱来看，把咱整个调拢过资源到底有偌济，啊，咱这资源安那去用，咱来充分揭露出来。所以我甲建议讲，即出现过来，过年来表达出来，所以就表达成好了，对吧？安尼话，希望大家看到，即一百四十年来一个一个结果，以前开的一个总会领导者的一百一千两百十个教会，或者一个团体，伊
毕竟人家就无够好。我系讲，我较早年代就是，我即我属数哦，即个比较企业方面啦，哦，唔啊，另外就是，我较早要比较好面方面是，我即医生，我一年收入十三亿啊咧，毕竟可以是属数较少，即地方落去遐人话医生就两亿，所以即回可能开大点，可能开始有人讲即句话，我就无欢喜啦。啊，第你出户个地方计较哦，啊，迄个计较啊，有咧便宜。连电我妈想说，你们该是固定钱不完了，只能被叫伊啦，搁有趁钱，真够趁钱。你说支出了后，有剩可能比较提十趴几趴，我们上第七八处个人是去食，唔是可以食出个，对无？咱来把今年收钱钱填下去，咱就是咱看咱国家会，咱有奖金，咱咧中会有奖金，嘛是去国家会经常会收，提咱经常会。规划出来，咱出去无公司，减掉我营收的了，还很少。这基本观念、宗教观念就无去。哦，啊，所以像尤其我讲这个问题啊，那天我们小组讨论时，我讲这个我发现，因为我感觉这个话，我讲你提出来理由无点啊，什么医生你无教，什么这个什么医生工作啊，哪，我系讲那种观念问题啦。啊，观念两块无啦，啊，当时两块无，当时讲你两块怀疑。对吧？你方面上的事，你还有你观念不正来讨论。我讲你这个只有我讲大概啦，只有一句话啦，就是认同的意见。你如果认同，叫咱话嘛。你若有认同的是，今仔日你爱想，咱叫咱话一百上面上面话，你只吼是四千亿，是规兆的吼。你现在情绪变为就是这双搞的没？不是要互你去拼搏，互我照顾你啊！哦，你叫装备都搞好，有几样互你，我阿你来带来看一眼先。你来去天神，你来来问讲装备，你这个时间我来补充偌济，爱有这款观念，重要个是啥？咱重视工作啦，哦。所以我来讲，你可能观念爱改，咱个观念不是属家庭经济啦，家庭经济是安尼，量入为出，对无？今仔我太贵，可能又较强个，阿今仔要去济个。咱这 NPO， 咱这非营利组织是一个第三者，哦，是叫做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是用啥物？用家己的钱来做建物啦，所以建物来鼓励讲安尼面子，对。啊，你做个代志，你来还有计划，你到底要做啥？你看这市民，咱大环境、小环境，到底我坚持我意识还变偌济？你来先写计划出来，这条计划该看爱开落去，这就是意识。计划来经济化的一个意思，所以医生有医生出来，咱看出来看，总会今年爱考三样，啊三样要对来，当然是每件好事发落进来啊，对不对？好，好生就是先生到位啊，到位要先病啊，啊都可以学校啊，啊这这是一件好事发落进来，啊这是推销的，这样来讲，啊老板今仔爱赢爱钱哦，大家来省啊，哦，靠赚钱出到钱，对不？哦。但是你要记得哦，今仔日三间第二个比嘞，我想咱第三间，就咱三间拢爱拼搏，可以即马做咩事情？其实做偌济，伊即马可能无甲钱个，到时几万，做个爱面个啦。所以经济还佫有可能无啥好事，是几万个。其实咱教会，咱1200多间教会，到底咱出出偌济？恁大拢无去解释，咱个出个来是以后面。迄个负担金的，也负担金袂，我是咱台币0.5%到1.5%。咱教会，因为咱教会是最后，咱来收的，是无？总会是嘛拢无够，因为我病也固定，学也固定，遐机构也固定了，是。那无够是由咱教会来出，咱教会有小负担金的，咱足丰富的资源哦。所以咱其实咱目前负担是0.5%，也佫比别人低0.4%。但是你虽然是爬升者吼，你绝对就绝对就比人家少。咱合了到1400万，啊，若伊0.5%，三年内加起来就9000万吼。所以，唔是咱无咧做嘅，咱做嘅，咱同时提出地方者。我爱讲你做事情，爱讲你做观念，因为后边我都是在平面平铺铺伊出来出来。你若讲人，你家己查世界各国起来个，顶头就泰国嘅教会。便宜高嘞，但我叫。
你唔得3%呢？啊，所以咱袂应该去想看卖，零点5%来甲你计较，减人6%呢？人3%升，因为咱是零点五零嘛，差6%呢？吼，所以咱做公益个消息，咱出来讲，今日甲你讲些是恁家家己看，啊，我出来是要甲你提醒，提醒是讲，咱去参与生这个，咱个会议做一下，对不对？会议做一下，一讲到这个会议，就是讲咱个会议。咱若讲个话题是，咱就是咧讲三个人，一个人是管出力，一个人是管控制，啊，佫一个人是管在上面，吼，这就是咱个事。其实若以一般小个话题，一般公司来讲，出力毋是会计人员咯，出力是总务、是财务，吼，出力毋是会计人员。但是因为这是咱个事，咱若讲个话题是，就是包括记者、甲出力，但是你知记者甲出力即两个无？爱分开，迄分开就表示讲，关钱无关钱，关钱无关钱。啊，但即个财产点会当由于两个人无一个来点，迄时咱叫一个来做财产。是安怎咱也有财产点？因为咱所采用的现金，咱所采用的会计基础吼，你会计基础是采用现金基础，啥叫做现金基础？你们讲啥叫做现金？就是讲，去年所收的钱拢当作去年收入啦，去年所开的钱拢当作去年的支出，这叫做叫做。去年也买一个保险，他说你交出，一个保险来讲，阿咧，你来买保险，来借保险少，吼，阿咧，这个保险两单，保险两单汇率还500块，我告诉你阿咧啦，阿咧我去年开这个保险开500，哦，阿保险汇五百。但是，咱知影伊个收益个年度是2年啦。啊，若以前嘛商业会计法来讲，吼，采用业绩基础观念来讲，安尼咱是不是一年咱开250块个保险费？但是咱到年底个咱无安尼去哦，咱就讲今年开500，啊，明年保险费无？哦，安尼安怎讲？安尼足无合时是毋是？因为咱采用业绩基础，这就是业绩基础，这就是业绩基础。一个就是全责化数字，咱不能做全责化数字，咱采用现金收入制啊。啊，那呢是不是无适合一般公这种会计，无适合这个企业体啊，一般公这种会计。但是有一寡行业，像讲合规类的啦，还是医生啦，还是讲教的，这话我虽讲你若来比较者，伊嘛是道理，咱讲的啦，所以原来是咱写的个错。错，吼，是咱咧消化时间不够，所以这个困难是大。啊，因为是安尼，所以咱今日若要使管风险，吼，爱三万。啊，管风险咱要出钱，咱要做道理都出掉，对不？啊，这管风险咱也是大嘛。其实咱其他的是开一兆分之一尔咧，伊寿命迄个是几分之一咧，吼，不是经常分之一咧，吼，但是咱要消化咱才有钱，错，咱要做道理错。所以因为安尼是。所以一定要财产来控制，所以这财产表是咱后面有哪一个表？伊咱伫规则内底，咱有哪讲吼？前规则内底吼，讲啊讲，即个，比如讲咱这17页第9项吼，伊甲你讲，假设咱有重大财产的权利，咱处分吼，咱来呐，咱来何为纠结来来讲？所以今天我看足侪人到，但80%到位，拢无财产无啦。根本伊都无财产无啦，无财产无啦。若要遮规定，就是伊咱在后壁就财产无，财产无就是爆表。咱到了种时，遐大个财产有偌济，应该都有少少有资料，吼，伊这个财产无咯，吼，咱也表不就是咱无来报表。啊，搁说啦，假使当年拢有重大个取得，甲重大个处分就是。咱爱做一样，哦，这个是，我就是咱当时到位的在地话，你记，这以后慢慢来，慢慢来，晓得无？哦，这是咱的问题，就是讲咱的处分的是，咱的经过和这个会馆和，哦，这个会馆的分析会馆和这个概念，哦，修正来表达出来，还是做一样的处理。二，咱就来看第一页，哦，咱来对，刚才咱看第一页。我主要是咧讲，伫咱有时间时咧，咱去一些一些详细读。啊，读了时我是讲，
搭行一般地铁无同个，上个地无同所在地点，就是咱地铁计数字，那是运输啦，啊个绩效啊，啊个财产管理，吼、哦。啊，所以咱来讲地铁其实就是讲三，啊三人就管三个代志，吼、哦。啊，分三项代志是，即款恁咱叫来叫来看地铁医生，这医生制度，医生制度是就是讲咱个护理金，咱医生个护理金。这个有病的病是你来小科路的，哦，小科路的话会大概会欠多少，然后其实这个有病金大概几多，哦，这个是跟，啊，但是你去建议这个病的医生，希望是哪会讲，如今如何啦？这个是因为咱在这个教会的一些病，哦，我师傅已经记载，哦，我病都会做出来看，我还太多了钱，哦，啊，大概咱普通病医生。啊，那边嘛，咱边医生方法都不很少哦。哦，有人在八大方法，爱什么样边？哦，你看你要安那边啦，哦，有的边方法就讲，你要采用经验数、经验法则。啊，我有你开了这个区域写了这，哦，这是的。但是咱在讲一个做个他的，有建议这个就是 zero basis 嘛，这研究医生。咱把所有医生一定要卖掉，那给你们做生产的，哦，给我笑死。啊，爱有绩效，啊，有毕业生，毕业生的意思。哦，叫啊，咱就叫计划啊。我想到位一点行之路了吼。啊，所以现在，但是我想一个到位做哪样吼，那么辛苦了。所以我就建议讲，咱先看有诶伊有诶计划，有恁做，伊恁两个爱做。啊，是讲有诶未恁做，哦，伊就无做。去看咧，大人了，啊，出面去看看咱叫贵客经啊。我想拿咱们部门做两遍，我是个建议，采用这个类似，就是计划出来，这块来说，啊来观察的吼，因为经常会固定来叫来变，啊那伊计划变动，以前不发现，啊起码不大，你来变不变？起码过去过，起码未来有在哪边哦？这个意思这样变，但是伊吼，意思是想啊叫你变起来，高位变起来。但是想啊，教练的经验来给大家表现，那一定是新的年度开始是，哦，新年度开始是应该来不及了，安排合规来给大家做吧。OK， 啊，今晚第三点就是讲，咱菜有几斤错，我用菜有几斤错，然后教会的这 A P O， 我这 A P O 是叫做，哦，叫做会议运作的简称啦，哈，会议运作的简称，就是小咱的道理，就是会议运作的简称，啊，这。这规定做起来是有真实，但咱教会那叫规定哦，是嘛爱采用业界基础哦。这个就是哦，来这无所定的这个规定，叫代步、业务、再包括这个监督、准则，伊前面很难讲。你这 A P O 爱业绩基础啦，啊，但是咱采用基础不要紧，应该是不要紧，哦，应该是不要紧，因为咱来去实行。好，就是那一点最关键。所以我讲就比较贴切，咱是采用就是咱采用的平均基础，哦，先收住。所以咱是咱边界刚起来，咱不能是在古来，哦，啊，我不能是在古来，我先考的一个基础啊，我还不好好把握，好好会给嘛，不能是在古，对吧？哦，啊，好会给，我是采用一个基础，对，所以我一点啊，哦，重点。其实古的时候，其实古里边去观察上面啊，哎，突然要生折旧，哦，这个一个学习，这折旧要生，上面有结果，哦，上面有结果，结果的时候，我买来这个物件，叫做基本技术，上面有基本技术，就是讲我这个技术，它其实会去引导太阳的影响啊。像我买这钢琴来，不是我今年就太阳，我买来这钢琴可能用不大，安尼有效难度。超过一单，超过一个太阳，安尼叫做资本支出了。啊，这资本支出呢，是一旦有规大，一旦有扩大，譬如讲一旦有扩大，你来想想是不是说一下，一旦有规大，这个困难大甚。所以足侪会计师来去做，你是唔会计，我叫算成本，那好笑啦。你若无假设成本算袂出来啦，对无？像这台钢琴来讲，你若无假设讲一旦有扩大，你敢知伊比钢琴的成本来讲？所以，就现在的钢琴，我讲买五十台，我才去投单。叫我今年去开，开到这，今年去开，你怎办？
对吧？伊个成本较少个，但是咱菜品推出来，咱拢天天开个，啊，每天开个无开，以后无开。但是咱若靠个报销时，因咱管制少点啦，到时咱就来报名了，吼，来报名。啊，华为袂记，伊是个伊要做动力技术，但是伊个菜呢，当伊报名时，他袂个做报名，我就想好，啊，咱知道什么做资料，吼，啊，来看公司，咱是先估计伊个营业额。啊，可是为了安全加薪哦，啊，我嘛无担保，啊，我去买太阳能车是，我产值多少，还够够出来，因为用过诶，过出来，产值若低，我理想对啦，五十万减一，太低，大概的薪资，用合理而有系统方法，把激烈他每期所要花的金额，这个叫做什么？哦，定定起来，就简单啊。可能我们来考虑，从那种朋友，第四点，我就是讲。因为咱产品不错，所以咱一定爱有一个财产权来专门来把关哦。啊，这财产权咱哪会叫别人来讲？将来啊，处分还是取得，咱来经过合约来提。而且咱合约时间，就是目前到位财产重要财产大财产的巩固。哦，当然即摆出一种合作啦，我跨过去要背上大合作哦。啊，我是讲应该是。那个来看地图，就是讲现金发生有变化。咱在讲咱这边是啦，都去了一块银行金，去当到位做，有些人会收报销费啦，啊是要存点钱给你啊，哦啊银行以外，出点钱个啦，还藏伫银行哦，哦藏伫银行。啊，若要叫政府规定来藏银行，那我是伊个钱嘛是讲叫伊来，也袂使。咱遮最近来就无发一个平台，讲你这 NPO 的站钱袂使藏伫合作社哦，哇，这对教会一大冲击哦，咱教会钱直接拢藏伫合作社，哦，就讲啊，其实合作社这是七八年前合作社啦，伊给我所催我，我做那么多不就是啊，伊两千年前，我一直来就我点出迄个这个合作社的规定，初期出来是足严重。哎，来做官以外，我另当官。这两点隐藏足侪啦。你是挂牌的企业人诶，因为你根本你毋是金融机构啦。因为你若上个金融机构合作社是有是，银行是有是，但是合作社是毋是，是咱应该做毋是。因为你有钱咧借人，但是你到后咧人收，你毋通收人个钱来借人。你爱有共收，还来借人，你有迄个存款的成本。啊，有一个换款的利益，哦，啊，这利益相对来讲，这款就叫做银行。啊，若不是，啊，合作社不是呢？其实咱只是存利啊，咱是去甲交保金的，咱是保本的，你知影是无？哦，你甲投资银行，啊，照规定，照这个，照银行方面存的这款款，每年所得税，哦，每年所得税交税规定来的，除非讲这间公司。提钱出来成立这个 NPO， 安尼伊才八十大的钱提来投资哦，才可以无，安那无意思。啊，咱的钱合作社到底有无啦？所以阿三最近吼，来去年初吼合作社，而且来去发财谈，吼恁的中会、总会来 NPO 来拢收着，伊拢来讲啥？恁的钱袂使交合作社，哦，这是不好。啊，那恁来个人合作社是？你就袂当，袂当啦，袂当免税哦。你就去违反规则，违反伫个教育部来讲的规则来，免他收税标准。你标准来第二条第四项，经理问，阿袂当去，真简单啦。伊讲啊，我袂当借钱，所以我无存金，我袂当借。迄个时可能到后来一边连连，啊，伊该收收收的做出来七个吼，啊，伊无人出名，容易属于那个坑，卖到的。做业沟通，好，安尼再好讲，我那边降低点子了，我讲讲的是降低点子，你讲，所以你尽量办。较早我查新老便宜消息，我看五百万减新老的合作社，我问你是在我边还是保留？因为我会计师，我入去无下，我你爱提，我会用钱，我你袂使减，因为规定的利息我袂当免税哦，你若规定减五百万，你袂当。当然，咱即款是咱教育部来报税啊，啊，但伊便宜起来报税啊，伊无讲，咱无报税咧，就看咱小学里面，啊，
所以我遮个就发现来结束了。足侪吼，咱对岁月啊，咱莫想着高超。我一定会讲出来，无错的。因为这个，我睡觉那是，那是就是是，伊咧讲个高超是，伊若问三米高三米，咱讲上侪，因为要讲上侪吼，袂错。一个人在帮助，我七七面就跟他聊的批评我，前面王天和太公在笑，唔免会看咩啊啦，吼！我的意思是讲，伊都无要甲你看你出来，我是咧在解释，咱卖想计较啦，吼！我拢有变啊，我做一笔一笔啊，我写拢记啊真清楚，啊，我会调啊，我会讲，下不单提出调皮，就先甲你发来啦，先来先甲你发。照顾 NPO 的消息爱先建立的，即嘛是。公司的小名言，但是不一定你做这个单也小啊，会计师的处所小，难免也没有掉坏心点，那叫做合怀掉好嘞。所以咱你看的拢是参考的了，所以你该讲我不识掉，你该来也来来面啊，也来来发，也发我不识掉，我叫你单方的，我们比较好些些。你要搞公文啊，你要搞，就搞公文，是单面讲好的嘛，你唔通讲好，伊只代表一条规定，嘿，计税的嘿。你这 NPO 小，你是免交税，哦，啊，所以你也免辛苦啦，哦，你也免搞辛苦啦，啊，你若搞辛苦的事，啊，我就派人来看，哦，我就稽查处的，我就安尼，啊，我看到爱交税，你爱交哦，啊，我来就免去看，你就去啊，你来过，你来过，过来，那是咱讲台湾无别的两面示范，哦，这个是我家己咧吃饱的话了，哦，这无变。我不要那个啊，所以他底下就笑死。啊，像你这调货的，伊个来讲，我说啊，买物啊是上买，啊不是报税，你讲一边看外面就无咯，哎，开始要看那个吹啊。啊，你不是我看那手机在笑啊，但是我提起来啊。哎，这么多看这个，我这个没给做嘞，我这个没搞，但是才有传统这个，但传统传统这个，所以那个没给做嘞。来建设出来。啊，我设计方法是讲，咱两个人做袂起，这是关出来，这是关不容易。所以第一个接受是关怎么设计是讲，咱的消防免逐日做啦，平常逐日会发生，但是咱拢一日来做一届就好。拢礼拜日做好，礼拜一做好，你用钱做。哦，平常应该讲平常是五月七三，我定咧五月七三做，因为我若讲礼拜日到五月七四去做。并且无这三年两创业无直接，并且咧日期甲创业日期无一定来讲，啊，咱记下是记创业日期，哦，来听哦，所以你这个你这做创业哦，咱是讲第一个接受也是出来，出来就是把这个钱甲并且收收的做条创业，啊，把钱留来创业甲并且交会计，会计。咱叫户口，户口发现讲啊，你这客户营业店店该复合者，那无唔对，伊伫复合也该签一个个啊。啊，这个开始拍个电脑，啊，即阵仔咱即阵电脑咧拍，唔是对传票拍，咱是对关系面前拍，对后面做来拍，对无？啊，结果拍到尾，伊家己个事就传唔出。啊，即阵仔建议讲，我高中嘛就是要一半过来做传票啦，哦，啊，我讲你不使这么做啦，因为迄条传票是啥物？传票是伊。你报表出来了，再附带成报表了，这是因为钞票金刚刚的时间，吼、哦，这是借贷平衡的物件，但是真的叫报表难看。如你一条一条来讲，那么照这个规定，我老话讲了，并且配做钞票，钞票做了第二规定，规定了，哎，这是在平衡之间。啊，这不是，你并且人当趴，报表人当出来，啊，出来了钞票出来，哇，我钞票就几点，啊，三点停止，啊，拢你会给你做啊，出来。所以咱就是讲，即卖就是讲，原在人工的钞票一定要稳定哩，钞票印出来应该是做参考啦，来兑换点的安尼。所以我伫遮就特别强调，吼、哦，即、這个第五点，第六点稍微强调讲，一定难办的负面点，包括你颠倒的事实。第七点我有来报告，咱的报表有限时间嘛。第一点，咱的报表有限。每个月爱报销的吼，哦，这你做对无？哦，咱知影，咱的报表设计是逐礼拜一张报表来上报，四张上报做一个报表，
大各位中国人，咱拢有理解，哦，第四个迄个旅游所就是咱报备啦，哦，迄个报备你有火烧的，哦，哦，你你也是，啊，你如果实在家己来说，来一工，伊讲哇，我顶下我做不出来啦，我比如讲，我过去来三月底做不出来，哦，你知影咱第几层？咱其实收起尔呢，咱也免讲做经过调整，也免搁再低低做调整，不如讲咩？所以咱报备前呢，今仔日吼，迄个桂林的煎啊，广大的倒数吼，19/87，只剩下一月几，啊，新年快乐吃了是，所有后面大家拢买个钱，哎，听无？是讲买个钱无啦？都做便宜多啊，都做便宜多，哦，哎，你是不给咯？我后面后面一条。我发现你们飞机的钱很简单嘞，结果又飞机的钱就来了，哦，我后面三倍钱就出来了。你记得吼，机票若开，不是当你的机票是，你袂使取消，一定机票爱待它十天，你才取消。啊，就无爱无，就无人买，就是你出来来多发，哦，你去，这国税局干脆。哦，当时就是当时啊，迄、那个票是三月底，迄日去体检了后有，大概就无大概，安怎好意思哦？啊，你唔当我，啊就是你当我来，我那迄个新年快乐，迄个喊出来了，所有阿伯拢在说啦。啊，头前咱十二月了，拢做了，大哥在做啦，剩十二月做不出来，我能力就做出来，对不？所以这咱来规定哦，规定长干了。这是咱的条件，吼，咱的条件。可是说咱有一寡重视，我想我健康是点钱，吼，我想买保安技术好点。我是要来强调一个，希望恁有恁这个医疾情健康，吼，啊，我是这，啊，我咧老天搞起来咧，是阿咧大米是保安这个名词啦，可是叫上医结束啦。三年结束，其实是咱规则内底，即已经是写三年结束。啊，看后人写一个滚存金啦，即中文用多个。迄滚存金是古早个字眼，啊，拢写啥物件，拢结存个吼。啊，我想要甲你解释吼，即、這个报表内底，你若看咱报表内底，咱会去上一些名词，叫做实账户甲虚账户，你听我意思？实账户甲虚账户吼，实账户甲虚账户，你说？什么资产负债，哈、哦，啊个迄个基金，即个叫市场户，收入甲支出都叫做市场户，先来叫做企业，你说无？即名词翻译无真好，吼、哦，会讲是名目啦，吼、哦，但是西藏个咧关系，西藏个意思是讲，一个年度呐结束了，又搁回头啊升起啦，迄金额都无个存在，但是。咱知影现金你银行存啊真贵，这个金额是啊，是到年底结存500块，迄500块就变成二年度的结存数啊，对无？二年度基础的结存数，所以你金额是继续存在，这个叫信用哦。所以你若看你登记看了真好，你看迄个月报表的时，咱看额度你较少。我讲收入10%的时，我就无麻烦的上面都结存嘛，因为上面都结存是安怎来？是为咱的分类局内底的现金的科目，迄个，咱所有科目拢是13户，加独到迄个是13户，把迄个超过来名啦，迄个是叫做会计科目，安尼个意思。迄个是叫做会计，要不咱做开账公司嘛，不然就没事，不会开账公司啦。把第一，把年度结束的现金所以做些就是。
你爱注意吼，我要甲你讲，讲的是讲，咱今年后结存这数字，咱咱这数字是会当比作明年咱加一条钱入来，除了明年会搁会收入钱搁大点阵的，啊，这条钱已经进入来用掉啦，哦，安尼哦，足侪到来需要来办餐，你会变办餐啦，啊，咱做平时嘛是安变，对无？都嘛是归，咱结存做变的，啊，若有诶是不变的，所以你爱注意吼。你若要迄个就要强调是，你著爱变意思，无意思袂使看你顶啊，啊，你总按是讲来规定，我来规定。迄个无登记结存利益，迄个是迄个无用操作，迄无意思共做基础事，迄袂使就是每年都按基础哦。哦，我只要我负债，因为大家无解，拢把每年都规定，当然都袂使规定啦，每年都按规定，啊，每年都按规定，但迄条是规定，看你用个来用去，就是讲扩大了基础。我想我结束到这，啊，先把这部分咱讲到这，啊，发点咱各啊适当时间咱来讲，点点啊，这么多重点在这边。我想咧，我们这时间可能就到来交换。我顶了，拄仔着讲着迄个临时预算吼，就讲照着咱的需要来编这个预算，是咱今年、明年都咱要支出的物件、事工的经费。不过这若是奉献的对袂到，对袂到咱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支出的时阵，敢会产生负数的状况安尼？伊即阵问到讲，年纪医生吼，咱知年纪医生吼，来到个消防部是讲可能有几啊新计划啦，再变啦，啊，我来照顾底营养所有加啦，啊，变医生，啊，伊讲我医生来者是我先来开，但是你爱注意啦，你要开唔开的时吼，有一个管护人员伫遐咧甲你保修条的，第一条伊甲你管，你要开有钱无？无钱就去护所啊，哦，啊，所以无钱个会当开，会送退出来。那是出了变出来嘛，所以你就来一条讲借看伊嘛，啊无，所以顶面我咧共看消息，现金无有负数咧，我看现金无爱负数，爱现金，我讲我咧出了新币，出了币咧是上真是到零啦，一定买阿死，伊一定是有人现金出来，所以咧顶出来用一个壳叫借你看，你来做借，哎，啊你等我咧搞好钱，你就是安尼。绝对袂复锁啦！哦，袂复锁是一定是有人提钱出来，我哩袂让开。你讲咩啊？对对，得写个流程。还没有成。
变质了拢袂加个物件，啊为着啥？其实你你只个做物件啊基金，啊你后面无用就袂使做基金，只无用。但是你甲讲，我这一建过数年，我有建三年内、几年内，因为我建得可能五年内就建得啦，你会甲伊讲啦。啊你到时来，哦，因为咱建过数，咱建过数，咱即摆有国税国税局在规定咯，吼，迄个。这个叫做免纳所税标准的这个规定，讲你的收入爱引起70%，晓得无？爱引起70%才变成应该70%，啊，引起70%，我还当给你免税。你呢？你呢？引50%，还是引70%以下是，你袂当免税。伊意思讲，你的钱收入不是变为这高规啦，你爱用掉。啊，本来咱就是提政提民间的钱来给民间啦，啊，如果要用到你提来存活，等你还看钱。那你会做时间嘛？所以意思讲，一个人就开了，但是一个人就开了，是。一个人就开哦，但是你讲啊，我钱开不了啊，因为你要开十万几万嘛，我都开。我要建人，我来挣10,000的，啊，我即摆才700,000尔嘛，无，所以我就要留咧到3年后，我接近我要开你个公安，安样？会使延后结余式的计划书下载，迄是以后嘛，拄着了问题，迄边啊，讲迄块，迄位啊，你有啥必要讲啦？哦，家你知影一句一句话是讲，像讲内部预算按预算制，迄毋是数字出咯。迄个科目你像设立迄个，毋通用哦，你若用锅灶来解哦，你若迄个处理好，迄个现况袂，迄是上到位，安尼叫。啊，期待可能就方便，其实安尼，唔通去年大波赚哦，你唔通去那个，其实可恶不是，其实可恶，迄东西我都无提在面顶，所以我唔知伊在想可恶出来，迄个是其实啦，唔难讲的可恶，因为可恶到时我睡觉的时间，你无睡觉累了，迄不是其实，安尼，啊，恁应该应该跳出来的，国家的情况，啊，佮另外一条是即个建立基金啊，即这边说来讲，建立基金嘛是无其实哦。但是那是我是计有一年后的业务会给配的业务开始，好，谢谢。哎，有一间教会吼，伊因为，因为即摆的会友拢对都市去啊，啊，乡村的就是拢较老些，哦，所以时间吼，较紧促，啊，拄仔咧讲的，哦，拢差不多到。啊，嘛是伫医生甲就存到，吼，开拢袂平，结果收入去当拢安尼，吼。啊，即摆咧开伫咧检查这财务的事，啊，讲要看迄个存款，迄个啊，都不够，我用手的内底，啊，伊安尼，吼，啊，安尼安尼过，安尼一个讲无提检查，啊，提检查嘛无效，啊，就讲爱检查。就顶了伊，伊咧讲啊，讲细菌教会，伊其实伊个收入袂入来，啊，但至少咧开，吼，啊，结果无够，小个还家己变做变，我讲变你来成借你看啦，啊，你瞧。主要是讲，你去看我啊，还是讲阿奶看啊，啊，你看伊，你看看了无啊？我，啊，你袂看啊？啊，你是真正无啊？对，你若无人真正无啊？对，你个太伊个。对面了是不是无啊？应该讲迄个是去买那手机，结束所连啊。啊，连以后来看你到那边存存款无无，看卖看有影连无？哦，是要来看。哦，啊，你落去，你话归零嘛？你遐存钱领出来看3,900，你存钱你还要欠归零，对不对？很有意思。我开始讲我存15,000，啊，但是我应该爱读书，可能应该爱读伊，爱读30,000。啊，你变做啊，只钓你15,000就少啦。啊！你借块钱15,000，啊！你你银行无迄个15,000来，安尼啊，差不多。哦，啊是讲国外有规定，我咧家己有存款去啊，是安那，哦，有无啦？但是你你袂使讲，啊，你30,000，就是我借你看，你其实你有15,000，你本来要借30,000，哦，但是你本来先借30,000啦，啊，那你借30,000，你结算出15,000，伊就甲你扣你15,000，安尼，就安尼。哦，啊，你告诉我，你若借15,000，啊，就是。是十五万，明仔十五呀，啊，
看来就是你那些不接受的话，安尼你结出来就太过了啊。我讲这的确是较细的，较老细的物件啊，这代人很简单，一定是的。刚我上面这边，抱歉，我被请走了。我是同仁一贯配合的，我是看是我的啊，我的财产了哈，我的电脑啦哈，电视啦，我已经退了财产电器啦。啊，我是即摆是无啥了解教会信息嘛，是安尼。啊，信息嘛，通比如讲五年后来报销，啊是。啊，伊即个财产电器簿内底，啊伊明细的。啊，请坐。我知你意思嘛，吓啊！咱普通企业，我头先来解释过，咱采用的是基础。虽然把所有的股基本支出，即财产的支出，咱拢当然都出标题啦，对不？拢出标题，拢做费用出标题。但是其实咱物件咧，啊，所以到财产，咱一定爱保留起来，无咱做到营运啊，会假设你无销，这条销就唔知影去啊。所以咱两个看。因为咱两个客户来，这些技术客户来，这些客户叫做底片设计的客户，啊，什么物件恁到会变来做底片设计，恁家己决定。有诶，若真少咧做台面底咧，咱若办过以后，而且伫细块地方，咱做费用出掉啦。但是有时啊，咱到会变一万块、五千块，咱拢在做过伊来解管理比赛。你若恁解管理，恁卖第一客户叫做底片面积设计，恁一个恁家己做，啊，第二设计也是。你若设备啊，你来提这个料，那个备品设备的维修站，哦，那个维修站，我伫个亲戚内底，伊在福建亲戚内底，就站列子，伊在掏伊个钱，哦，啊，较重要的是讲，这个物件肯定个贵族来写出来，啊，较早买个是金也是偌济，拢得个写个这数字表，哦，啊，即嘛阿是讲咱个报表，所以以后你就在福建里，因为恁来往会计。三啊，这是出纳，这是会计，哎，这是财产条。这个依靠是这财产条，人上会啦。我不是有人听，就较无啊吼，较早较来个好。我伊要依靠好啊，啊无物件啊，甲你存款好啊。啊，你啊出门要无，钢琴有诶啦，这个伊啊伊啊，啊无搬掉。所以即款过流之产，要依靠一件来搬掉。啊，搬掉个若无，是安怎啊无？因为咱规定是安怎。咱会计人员是有公无私，有无无赔哦。咱的财产管理写到真严哦，财产管理伊是假使管理人伊是家己出无，爱提出来赔哦。哦，说代义务是义务，爱搁打落判伊外个。哦，啊，这是真，这个是咱基督徒紧张的所在啦。哦，虽然是简单，但是简单，那么小事，不小。好，下面。那税外规定，咱现在都是讲两块两面的，但是到教会里才讲两块两面的哈。我现在是跟你讲了哈，啊，那是税外的哈。咱可能有点稍微的观点，买啥物块的物件，我爱做啥管理，爱做啥管理，啊，你讲，我看爱教会的主主席，哦，经常爱判物件咱不会掉，哦，虽然是伊哩袂歹的面的啊，啊，但是块咱要打出去。你家己去做主事吼，我想这我不爱讲的吼，爱有教育主事先吼，要教真好，要教真细节。哎，有诶，教会团体伊会收一个会费，啊，迄个会费敢会当算作奉献？啊，听者，我是感觉吼，有啦，有诶，教会要收会费的时吼，啊，伊用个套话变成对待奉献，所以变作奉献。你个想看嘛？以前团体内底。伊买过来，伊付伊个负担金，迄是伊本分啊，对无？迄个是奉献。伊要奉献的是讲，对伊回馈以外，伊去加提五千块，五千块是奉献。所以我的想法是，阮教会有后来，阮自家可能讲回馈卖做奉献。哦，恁家己要说家己啊，要说家己。但是你回馈以外，都提着钱。
诶，各位若是有想要去洗手间吼，家己去啦。无咱咱咱好，伊诶迄个目标诶时间就够贵啦吼。无咱即卖是35分啦，咱四十分等你来好无？哦，我两千二十分等你到吼。是阮所有应该一个职务，甲无服务诶上帝你诶交托，才三个来分享。感谢求求的上帝你的心，点着咱的空间，让阮所做诶，也应许上帝你的名。来，阮继续，阮也有诶，即个训练课程，愿意甲阮三个伫咧，伫倒互主要所有名求。阿门。好，咱今日继续哈。多谢。请来看第四啊，这边内容真紧是多啦吼。即我内底有写十几分钟，看着变故啦，其实。发生的比较多啦，吼，啊，我有可能的，吼，咱拿固定来当参考。这个这是套路，不是人意外，吼。第一点是讲，教会爱不说一说，吼，啊，教会爱不说一说。咱在讲，教会爱不说一说，爱不说一说，咱来看教会的经验啦。但是经过说一说话，这个第四点就是参考来讲，咱是免拿说一说。既然也是免纳所得税，就是讲一个教育文化工业的出产，以及阮团体经营扶持措施，以免纳所得税，哦，这是出产的是来看得下。啊，既然免纳所得税是那只规定，伊拢有负担员工，咱唔免报啦，吼。但是伊免报是一定的，一定你肯定看咱的一些后边附注，就是叫做宗教团体免办理所得税的事情无要点哦。咱这个。第六页这个，吼，这个你看详细个读，这是民国82年，吼，咱在民国83年，吼，这个官方面那时候是表示有一点要修改了，吼，国税局真正真认真开始查啦，啊，要查的时就是讲国税局吼，要开始真认真查是，影响伊目的实是对咱中华团体，但是无影响一定是完伤害咱中华团体，中华团体是所以一直。伊是伊是规定讲，你的一个团体在台湾，伊收入若是要几亿个时，你的厅面必须请钱，而且搁再爱付税，哦，伊爱规定话，加入个东西啊。啊，伊迄个规定是所以，总括来说，带出真头疼，又是叫人规定吼，咱若一个，咱若一个中国，咱收入是好一个啦。所以这中国爱付，我使讲出几点吼，啊，咱个中国有呾收就收足吼。做还是你不能做家庭，那我来给你做完结哦。我讲啊，那今天这个病，我盖高起来，厉害过哦。啊，我怕什么？从我们开始去查，去查是查下两个东西来聊一聊。咱聊了两小时，咱两个过了卖过，然后小报的最后，俺两个过啊没事哦。其实，伊那边有那个查，伊那边还有报代报的，一直怕啊，自报一直怕。这就应该他想看的是主持人，主持人今天一个我们已经发给我想毕业了，所以那是这个古博点古最点的那里要选，你来考察，你那来查一到底最早的年龄，你万一可以来来来查，还有秘密话题是干好的，那研究酸盐呐，这个前面 Q 刚 Q 水的盐啊，和 Q 水的盐，世界上无一个酸盐。但是有啦，啊，但是真少啦吼。啊，一个要甲捡水，啊，一个是爱浇水，啊，一个讲，一个讲酸盐，这是足方便，能足足相关的、上极端的物件吼。你酸盐是最重要啦，当然在这些无人讲嘛。所以这些问题，无老母第三个要用小时间出来，这民国82年，所以咱小时间看，今天就是咧教你安怎造水，吼，这条是咧教你安怎造水，吼，啊，你做到到你个教育方面是。你就伫厝租嘛，你拢莫拿收租金嘛，莫讲收租金，你讲伊自由行业，哦，啊，你就照你来做，啊，就来做个啊。所以这是真正啦，所以内底不代讲，你若符合三条件，你就变成，哦，唔免讲你收入自由行业变成，哦，你个真正啦，你个价值规定，即个款公司方面面那是不是标准哦？伊这第七条，哦，这第七条我特别讲一下，第七条你来看，即内底讲内底。公啊公业，伊若是做一个，吼，你着爱，然后是即个，即第二条，我们就写，吼，你来
摆即个被拔掉即个骨了，吼、啊，后面的健身开关前面啊，阿姨讲白了，你若维持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即个 NPO 是一个合法电器，吼、啊，啊第二，这就是合法电器，哦、啊，哎，这就是健康卫生机关的定义是什么？哦、啊，教育部嘛，国家支持机关团体，哦、啊，什么人民医生？你看你是就，你是迄、那个。在台湾呢，就是公营社团法呢，就是用政府相关的规定去办这些电梯，拢是叫做教育部人做的事情。意思不是爱下到电梯来，吼，安尼，安尼中央就是，中央会因为社，因为社团，吼，咱是财团化的，社团化的不同，社团化的有公益的，还有盈利的哦，像讲公司啦、银行，迄嘛是。这是社团化的，以人来建立，啊，一个太极，啊，就是盈利的社团化。但是有少量单位是以人来建立，但是是做公益的事，变成公益的社团化。啊，那财团化的是啥呢？财团化的无一个盈利，财团化的就是公益啊，对不对？所以财团化的无分啊，就是讲，所以讲财团化的或者是公益的社团化，或者是政府相关的规定。一个叫政府建立的教育化公司是机关团体，是政府的 NPO。你讲你那是合法电器，第你无卫生条件，你无营运事业，你那这三条件是安尼你就成功。所以第一条的问题，我可以答就是讲，你爱符合这三条件，安尼就你来做。好，安尼你来做会使，会用会使做。啊，做的结果怎样啊？用派人来查，啊查了啊爱死，伊就拿是爱表示。啊，查了免表示，也免表示，变啊查都还表示，好，我先。啊，有叫你卖就叫你卖，吼、哦，这个。啊，第二问题就是讲，这个国税这个教会吼，有当些国税教会人吼，弄来发一个执法公司是嘛？执法公司是啥？因为咱教会，咱在台湾哩设起来，咱在台湾哩发点点地上面条好，在台湾设立的目的就是，在台湾哩是教会做的事，在台湾哩是业务建物的发展啦。无甲你用途，甲你基督教法吼无啥物关系啦。咱无说在咱教育咯，经营一百四十年对无？啊，较着个爱，啊，着是要业务发展，业务发展咱一定先想讲咱钱，咱钱建立银行，着无先来靠一趴。啊，咱个钱，咱个房咱靠个钱来来投资税。啊，而且咱个咱做些房靠来个建筑钱，吼、哦，公布个方向，吼、哦，这是咱现在的话个目的啊。啊，你若无说在咱话呢？你连在生活都顶起啊！虽然是在生活，但大部分活都顶起，顶上呀，顶起就才把我们家顶起嘛。这地方我到的，我是生活在那里是大富大贵，吼，那都来的。今天贵一点，那是在我们家顶起嘛。今天生意我顶起来顶起，有那博弈啊，四股八股的到的财产，因为几乎是人较会当做一个税务的主业，人不是人，我不是。教会咱若实在的话哩，咱是不是这个主意？啊，咱其他哩，你讲咱我教会若实在的话哩，无哦，恁教会是教会教会哦，教会教会在我哩哦，你教会不是个附属哦，你教会是个分身哦，你咱教会教会有几间教会？七十哦，咱这七十间教会叫做教会教会哦。哦，咱若无去找个教会，就无家己教会。咱安尼讲，而且讲，我是家己教会附属教会，无讲安尼教会，啊，变成附属组织啦。所以讲袂难注意哦，你甲伊讲，爱讲出个税费污点，哦，你爱讲出个税费污点，爱甲伊讲个，讲个北京语啊，对无？哎呀，甲讲可以听有无？啊，可以。我若无，我七十间是家己教会，我若无，我七十间。所以咱家己教会，你教会内面拢写，我家己教会包括七十个教会以下，哦，啊，所以后面你看来，你一旦一个天天讲，我就是分身，哦，啊，又是本身分身的关系，是到这个人，哦，嘿，好，即马来讲话呢是，就是讲咱实习了是，咱可能咱建议讲，咱实习了分出了，咱叫教会发展下，我就是就是讲，我来去个市场上经济。靠那边，对不？那个叫做靠标方面的哦。那边申请的是，那个是的是，
那这阿点，而且我看来想，哦，这个是高点哦，地价可能有一点，有一点阿是新贴哦，哦，新贴是一个可能变动。啊，我说了这个叫光谷的哦，伊的光谷来变动是可能变动是伊拢会记录下，哎，伊拢会对抗无耐心、无耐心，伊拢甲你看这里是是隐私的啦，哦，伊也不来想讲你是为隐私的，而且无有诶较不大，去甲查你名，甲看伊可能变动。啊，即个来无，我来甲你较方便，请你来报，哦，啊，或者报税是甲你较无问题哦，啊，无问题你请电话来，啊，七个月伊就七个月就开始发掉，哎，发来，啊，若叫发掉了吼，免惊，去电话卖嘛拍垃圾吼，啊，佫来叫来，啊，来写讲我来是算算数，啊，写讲我就是，我就是可以，我是免钱，我给付，给付上面，因为我发来过你看，迄个是。但是啊，结果就是贵了。啊，但是咧，过时吼，啊，迄张、迄个电纳质量通知书爱改了，质量通知书已经爱搞糟蹋了。因为你若讲不爱抄，也不招来，你另外一个代报通知书，这是自报啊，他办过。就来你讲，你分大无，你若分糟蹋，哦，哎，愈乱愈衰，吼，哎，你来抄，吼，啊，所以就叫来来来讲。啊，第一回讲是先讲伊经办办个招呼。好，叫你隔你看，你看阿天，卖个咩吼？为了讲我拍下来，拍到你个微信上面，哦，去查，哦，就是去查你个，查你身，你有出水啊？你先搞有出水啊？哦，你讲我今日应该需要第二条，一个 A P O， 一个 V M E， 营业的，因为咱 A P O 咱无咧营业，咱就变做是营业的。你讲阿弟有营业的，无营业变做营业。啊，有营业员表示，你来过是，啊，八竿头甲你搭配，就是，啊，八竿头也搭来，啊，八竿头是店面条哦，啊，若伊，啊，若内面啊处理，内面处理比较好办，啊，比较好办，就是讲，你厝内讲，我互你吃恁钱啊，啊，你服务做，吼，啊，若这个就做来做，啊，若袂成，你就做家己去设一个结办营业员。这个营业员卖到我家己个面去当做，你家己去做一个讲房干，几多钱我交给你，这个几多办营业员，啊你来讲，啊我落去三年做滴水啊，哦，然后我做做滴做滴营业员，哦，啊别讲恁三年做滴收入好少，啊你啊，啊卖去炒起来这，你不晓，我细个嘛都随他去了好啊，哦，啊伊也别讲来对几多钱，啊大家就是酸你。卖讲话，啊！恁平平北竿岛的遐方面，啥物那是上家己用啦。北竿岛所方面方面过来，干物物件过遐厝的所人，未见得是变，啊，甲伊支持啊。好，恁即卖就看，讲看者，即个厝吼，有阵时来讲，恁到了铁桥来话，哦，哦，恁到了就要收电，哦，黑破拢是安尼，因为客人单位。会统一提物件来互看，普通有三种可能啦，哦，三种可能是第一可能是根据税捐基准法第三十条，税捐基准法第三十条是来讲什么？讲假使财政部或是什么单位交办了叫下骹的客栈啊开始甲你查你消息，这个比查的这个人有义务退出，啊，这是什么申请？是人民告啦，检举啦，但检举，啊，伊检举是财政部，就是税务单位是伊派出专人，为着你这个代志，你去甲查看物件物件，啊，伊查物件物件，叫这个单位提资料，所以你就得讲，你把你的叫保证这些来讲，我甲你讲，你也是不用哦，你想先听我讲一句吼，有看见我了，你也明白，我那边是听无吼，你甲记住。即有人遐客气啦，吼，不是叫伊是要办代志，所以迄人比较起来就麻烦啦。但系有一个可能，就是政府咧，经缩水啦，缩水八十三条的规定，国税局因为查销，伊需要了解你这个被查的单位到底是有偌济税单偌起，吼，还是伊在发放伊个，还是上千的啦，就是伊咧查你销。啊！你个想讲啊！你，我听你讲，第二日就免背靠小孩子，
差异是小的，跟你差异的，是不是？不是差异到的，差异到的，我无兄弟姊妹一定有一条红的，应该就好啊。我当然在，他在福建方面有二十万、三十万，因为他三万、四十万的话，伊拢会连做转卖。你某人红片一个发展的吼，四十万、五十万，吼，有诶要到你起价叫我去一百万来做做呢，吼，你看你一定连做转卖，啊，就是要交了钱。这个应该叫做理科啦，哈，审查的科，理科是一查，啊，这个白费哦，一科是他应该是选科，然后总车水是理科啦，啊，这个理科是查你总车水，你这总车水来对我这个经验很难过，因为啊，你后面到时候三十万几年后，啊，见到会很小的哦，哦，啊，到后面你就三十万，你别看呢，啊，那有一个回报的话啦，哦。啊，所以你看，因为伊啊，你讲给伊叫过来，这金老师就挺好的。你这边的方面是，哦，就迄个李生田老爸吼，哎，毕竟吼，他蛮有钱的吼，钱到位，你怕？这个来讲，看这个来讲，就问，啊，你是安那代表？你是到底是来查啥物？会使问？伊会讲，啊，有一条生，伊虽然伊讲来讲，伊要是解决了问题。你就过五十二天，对我好，吼、哦！啊，你讲什么名？吼、哦，你讲哪位？吼、哦，那三个配偶者、四个配偶者拢蛮贵的，吼、哦，有那个海带的比较多的，吼、哦。啊，咱有一发表是讲喝个酒出来的，喝酒蛮蛮贵，喝酒来的有点收缩掉，蛮贵。嘿，有那个太水了，这两家都水了，吼、哦，都搞了一个搞水，吼、哦。是，恁加工过就熟了，加工那就上架了。我是我用我的经验去甲恁讲啦吼，其实可以解决问题啦。咱后壁就是叫个人防险意识比较好，哦，三方面去，迄个经验一定是为好，迄个旧物内底技术爱好，你家己先打发一下，教人下你家己来解啊，吼，来解方面就是，啊，你下下来就叫乌拉沙。哎呦，以前那个我跟他搞变嘛，今天我来讲，你讲我今天我了嘛，那这样一般来讲，收甲钱袂使同时签，一定是收入了，啊钱搁另外领，这是我袂记他一定是安尼甲你讲。啊，但是我甲你讲是无做啊什么，我早先生就是我想，咱一日来试一届，哦，啊要算的是了，后边收着收好的钱，啊有三千对面的时候出出来差两个平均，安尼啊，哦，啊你找几个？我想我某某哩用钱真是容易啦，啊我容易啦，啊我那个医生是阿廖，伊那帮我规划，所以你知道，因为咱才咱用那个小朋友，这个娘子就小谁啦，因为不怕人家查，不怕人家贪污啦，哦，所以下面人给说说，第二科嘞就是要去查图片资料啦，啊如果伊爱看啥物，伊若爱看你的卡路里，你的卡路里。因为你跳到那个考试哇，哦，就是讲，伊爱看啥你就看啥，啊，你完全就是啊，啊，你去提几个物件回来，啊，再过几日去查啦，啊，你说怎样来查？哎，查的时间要时间，一个集合成本，那就是在市里越新疆嘛，我昨天来查了两百条数，所以卖家有几条，卖小，卖家是这，我这不算合适，那就那个快要上两百条，哎，那第三个。第三个是，经过说的是要多少个条，你写应该定开平方了，定就行。说需要多少个条的钱，你有几个定的？你看你新报时钟，咱报时钟来报就是破奖以为，曾经的靠票比，靠票比那是官行的，进步是官，过去官就是讲靠票，哈、哦，就是讲，你们发现收点报纸，这收易税所得，你爱报税，你收的是收的是批掉的。哪类是？一个范围是，你爱甲靠几趴税？好像你就一百块，就是靠一趴，又叫劣势。你考试有条件，两千块，不两千块也你讲，只要你有那个考，考过来去减，高的高，你往里走。你哪个你是考三，考考掉你的地方。所以你下面为了考有钱，考高了，哎就
安尼叫做啥物？安尼伊即摆真正闹着，讲啊，啊，厨房无电，叫我变老师，好，啊，无说亲戚就当负责人嘛。啊，叫伊问是，伊真正是闹着，我如果无电，叫我卖，老公无事叫我卖，卖嘛好，伊要叫我卖什么？不是你要来搞啊，叫你你要来搞。有啦，是那个义务的，那个工作上的义务的，他讲起来，吼，规定无说啥的是符合着。但各位按着受益的波动，黑的是，黑的是，是什么？伊拿的是特例来讲，安尼你爱哪？黑税落是可大可小，黑就是教授，教授纳税义务的逃税，对不？黑安哪？黑刑法罪，黑刑事罪呢？一关三单，哦，后面一关三单嘛，哦，啊，但是呢，你就当是一关两单，我呢，比如有电话，有电话，你先打你电话来税话，后加的罚款，哦，啊，那有的时候啊，我未去考了，安尼罚你一杯，应该考电话你都打，罚你一个扣钱，你可不能够来考了，结果你一点掉，安尼罚你未去点掉，第二个啥？哦，因为我就层次的问题啦，啊，有个阶段我想了一条，因为谈不妥的，我还是要那个谈不妥哦，这这个物件哦，那可大可小，你讲有人帮我炒啊，我第一条问的，你讲我这有人帮我炒啦，你可以进来我先有炒台来，他卖假，因为公开会不会是，你爱讲讲假的问题啊，我爱爆料啊，你讲，所以这种作贼哦，税法的规定哦，你若想改边境哦。两万，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现在尽量尽量慢慢一点，所以这几年是，一条是靠不了的，靠掉人民，我也同意靠掉人民，也所以靠掉的相关的收益啊，你随便啦，基本上新到三个月就解决问题啦，啊一个催化，我也不用叫掉人民啊，这代表他们不让你作怪啊，掉人民，你看你咋破坏？一开始一月底来一百，变成什么？你哪能考七千？我没拿一条。啊，你看办了多少年，你不要看。以前你敢看你扩展一年所执行的扩展事项，完整。哦，啊你不要看，啊你越来越多事。啊，我以后给改超了是好大，一点疫情都敢生。不过你如果过来，那我当然叫。所以，基本上各类工作都是做成来钱的啊。当然，有一到的，第二位关键的。基本是我都拢在花了点啦，还有非常大的外国哈，啊，也有便宜代志啊，啊，就比较便宜，感觉不是高调的，我高调的咯，你在我拢结婚，我是来报税，啊，我到这里啊，哦，我阿姨无看到这里啊，不然他应该讲，高调我结我是来报税，时间我是够哦，咱我是行政人员。无免税额的优惠，啊，咱咱聊哦。啊，你无无你倒的代志啊，我讲你倒的代志啊，你有欢喜伊啊，阿袂发电，再无无啦。啊，有讲一个风，一个手雷风，啊，那阿爷哦，就叫装的电话，他一个喊，通起来办。我讲这个代志要办唔办？税用电源啊，你家己选电要过，你家己来做。你这条喊来发了，我税用电就要来来接管哦。这条电源我始终无咧过哦。我始终跟你查，就你那这样，所以这样来要配，所以你无用过个人资料，但是在另外你爱搞事哦，那无免免税无用，啊，但是教育老师伊的钱啊，大概我该讲老师免补，因为老师的收入有伊的特性，伊的特性呢，伊的特性三种特性，第一种特性，一个人无，哎。一个薪水两个人，对吧？我是五十年了，到了两个人，对吧？看看两条，两条薪水，啊，还只要是我是十七千里面服务，对吧？十一点，南京人买的，哦，这些是，对吧？啊，第三，有足侪研究的基础，诸如研究也搞到伊拢出，但是要改变伊的收入，有这三种可能，所以我有规划一个方法。就是我说辛苦的规划，哦，第一点有五个人，一个薪水五个人来分，啊，那是大约薪水的七个人左右，各人挑起七百多，两个人挑起，个人挑起七百多，薪资一块，哦，
啊，伊日加班是七小时，拢在上班的，伊加班的四十个小时或四十个小时或十个小时，这一张面面试，迄个是迄个拢是加班的，哦，迄我电话电话个人来问的话是给钱的，哦，我讲加班，伊个是我比较好的，你看。点个时间讲一下，我感觉今日超越常人，我做准备，我决定讲一下，好嘅先。那，我到时候，今日要看吼，就是我讲嘅我书写嘅写写心得，因为这其实是民国六十四年嘅，来讲了，伊讲三种四种 case， 你两点四种 case 来，但是我书嘛改做什么？但是无薪水也是，但是大家来跟那个无鸟哦，那有会请他来帮忙。啊，你卖无鸟，那你就先回到家去。啊，我输没有输，但是我输袂使输他热脸布，因为热脸布是真严狠，讲你是辛苦。但是咱到了底，我有当那个办法。咱到了拢无打无输，人家无钱，掉不落去，伊拢干有个人去报起来干。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那我时间比较多。我第二节，我第二个工作想一下，这事情啊，谈这个事情啊，啊，这些哪能够的？这个我输，我输，都是搞不起。所以你底下说叫人家干，那你才能搞得起。好，这个根本你的个人啊，你有个人就搞。所以最近大家要讲出来，这个是不是真好？到位是工资开始，哦，这个条条讲的，咱讲条条，这个利息哦，利息对这第六条加第十二、第十条，所以第十条就讲说，咱拿到的税了是，咱利息多少个变数，而且咱付进多少这个另外的钱，咱只能去开发，哦，这是最简单的。啊，这个这个大树老师在托里说，哦，托里说，托里说因为贵，托里说花点时间。托里所设立一份叫可怜啊，叫可怜就教的社做副社啊，啊，迄个钱啊，教的不是管伊钱来干啥，伊是古早才教的外国人吼，是教的叫无小心叫伊不出来拍死伊，哦，啊，那迄款的是，迄款的是叫教的社，啊，伊个正是，你个看的，你的证件，托里所设立证件，看你创办是个人的名是教的名，啊是当初的名，第二个肯定是教的副社。啊，到五十五岁，你从高中我嘛，啊，我随叫人变啦。我讲啊，你个叫失业啊，因因考在做，啊，我讲你个叫我，啊，伊个唔使个到，伊读起咩？我是该读的，我伊讲每读起来，所以讲，伊拢到个，个托儿所啦，幼儿园读起无，啊，读起无是，假设讲是到个名到得出啦，啊，那回忆为名，是地回忆早出的是，到啊回忆早出的，迄个他到个环境，你应该会处理。你让你 boss 班干快嘛？哦，你该去 boss 班，因为 boss 班的收支也是个人走私的事啊。但我想，这做的应该不能做啦，按做了是靠靠靠靠你靠你搞的啊。啊，这里有个人搞的面，大家靠靠钱赚，靠保护来搞的。我个人应该是得投啦。哎，我那个投那个东西，那是几个个案啦，因为各个社会也追究啦。因为你一到位，我输了，有些在台湾那边当酒店嘛，那边发了一块，那边当酒店发了一块，开单面滴水呢，开单面滴扣子啊。我想今十条这个啊，可能也够真侪问题啊。我想，就今天可能无来，无啥问题，无。好了，先。为你今个到位，拢用啥物件？到位个价。I eat today, please.
看伊个证，甲你申请免考驾驶证有无？听者吼，因为即起码伊要讲到即个历史啦，是讲咱民咱地中国历史都无来记啊，开始注意讲，咱按教育设置哪里，咱用教育来设置哪里啊？啊，所以咱要讲教育来讲设置。啊，教育设置哪里了？是较希望教育教育中个企业分身嘛，也要检讨出来变了，而且。记得马上一条件可以免扣缴，免扣缴利息所得啊，免扣缴证明书也可以啊，哦，你也可以放你可以放手。就你可以讲啊，他是在打别人啊，那打别人你是别个，那银行的操作那个可以改的，因为银行是私人的嘛，你改改讲搞海外，钱个你那个。我用开个靠大卫的个钱，无那个免扣缴的。哎，那个钱呢？当然是用新的啊，新的，用新的钱啊。哎，我起来讲。我请教嘛，你啊，讲到是那个薪水，是薪水的所定的薪酬的哈。哎，哎，我教的不辛苦。啊？我教的无意思不辛苦啊。哎，超标，超标也不得。超标还超标辛苦，我那个薪资申报。啊，就是听讲个银行就特别高个，啊，所以比较我煞唔敢做。啊，我就感觉讲这是违法个，下一点就是我会使管无啊，无人来管住。先就先，啊，使吼。不能变，不能。不能，我个人见解是，但是你个观点，我还是不能解释啊吼。我讲这是个人的主张啦，你别管我是因为我。我是刚讲个银行就是因为我读书是旧年年过拢用个银行。对啊。哎，报半单，半单来北营的时，北营要甲报，伊嘛想要报，结果伊讲，啊，报落的时，银行要加伊用过啦。袂啦。啊，若无报的时，银行叫伊，因为伊旧年已经半年无报嘛，这半年无报到，伊就出。伊落报。哎，伊落报，落报落款啦。啊，哪个是安怎处理？哎，落报落去啊。我了不是讲，你开始讲。恁不是讲恁大家开会发明讲，啊，咱卖解报，啊，你先卖报嘞。你个发明，你讲发明啊，所以就开会会圆满华丽的话，像讲呃，有一个发一个讲，发这个这真无变咯。伊讲，这个咱这个劳业保，咱劳业保负担是雇主负担，业务负担70%，对不？我师负担20%，建负担10%。这20%是个人负担的，但是各地有一个国际呢，哦，国际讲，这20%由教会来出，哦，啊，就是个教会来出的，对，因为你的发明不一定只是单个人来出的，我们跟你做是稳定的，不是你的管理的，你听，稳定的管理来弄清楚，所以这20%我是来主张讲教会，像我教会我来要来推动出来来做，但是我用这20%，你既然教会出。叫做补助，这个变成你的收入啊。所以讲，你的薪资表里底，咱来个算，你20%，那爱个叫做补助的收入，我只要你来处理，啊，但是补助到你来处理。好，我想我时间还超过了，好，啊，老刘哥，你来，好，先来补讲一下时间。那就先补讲哈。像国学里。
里面其中有一件要件，我希望透过吴先生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加一尊会属下教会，因为一点在讲迄个属下迄个教员名吼，即个就爱来啊用来做吼，即真好。过去咱拢是啊讲话亲切吼，啊你若要变变咧，代表人物啊，种啊，温度就真正吼。啊，所以出来咱用话较快做话咧，已经用咱的国学，甚至一个美扣的一个文号吼。啊、所以国语啊，它是电影中赚的钱，我想要把书来过过过，就是讲，开放的是迄个名官名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义总会，蛮好叫好哦。第二个是讲苗条湾教会，变两个讲，啊无吼，变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义总会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存款户，奖金，黄总老师、黄老师的话讲。咱家己中会吼，中会就不不拉点，咱国教会存款拢无写到位，而且到大理中会为止，我知影。他的对账单都知道，加一中会去，别当加到国教会啦。哎，哎，你觉得我这东西，这个是哪一个教会的？这样嘛，所以各位你们去开户的时候，务必要在加一中会的下面再增加，或者你要台湾教会加一国外教会，一点都不错。人嫌迄个名写长无要紧，咱吸引人较无好势，吼后壁变人，后面人长倒，我拄着小问题，哇，足困扰。我想讲第一点，我就是建议啦，其实在当法人就是要同我讲是，因为税制关系啦，所以你开户的时候，咱在当法人代表中央教会、家己中央，这是法人的手册吼，你伫法法院的法院的咧。但是你若是在讲咱钓鱼都钓得到的，哦，家己钓的，不能到的，这是不好。所以咱这有三权利，你所以逐年能够去想的啦，哦，我先钓鱼都钓得到的，家己钓的，不能到的。我是建议头前卖先再讲，你后头要请的是教会哦，你会使因为咱地方新疆钓的，你靠就做做的是，在讲我连钓鱼都钓得到。但是因为你是天命先生吼，你先等着别人先，所以先了解中道的家己的保护啦。我想讲，这就是彩道话咧，你变的是彩道话了解中道家己的保护到的保护伊咧，发现保护是定为什么的？这大家要注意吼，诶，我个人建议是提前。今年感谢，我就让你加入保护啦吼。啊，过来，就讲我即摆报伊，搁再报一点吼，诶，请这个我今日报。这是精心编制吼，内底有一包物件足好个。这是咱吴长老伊过去伫阮个总会里头讲起个是一包物件，我拢把内底内底有个吼。内底两十三页、十四页，是真好个，个资料一定爱看，等于回去说好好去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那个，啊，吴长老，你就这摆是真棒个，吼。啊，迄个，当时几项就是两项就是。啊，即摆我甲报告一下吼，咱个今年六月十八日是中华属港个大会主日，毋嘛咱国教会等于吼，是要关心地啊，教会总会属会属港来访问吼。教会分会我甲伊负责吼，讲有56间拢无中华属港访问，都无访问挂单，有56间，只有10几间奉献的吼。拜托拜托，各位等于60间，17间无。我昨天拢无好见，总会时间个必要注意，吼，毋通无效率啊！紧啊，1000、2000万无要紧啊，吼，尽量管好个，好无？真正这个只有1/4都有奉献啊，真的是很厉害啦，吼。过来说，请来对迄个，咱个酒水内底11页吼，11页 A 吼 A 第二点吼，第二点呢，挂如一页二。强调很有，要请详见 Q&A 23页哦。今天看了以后，更加注明一下，下面附件1/1，请您填注一下哦。附件1/1，好，填不加一字，以防未来办理就是要差别个，所以填一个1/1哦，应该写一下哦。啊，你要看是看不起来，看不起来。
个点点吼，我即马咧甲伊用足紧个时间来讲，咱迄个国教个迄个在为咱中国一单用个，伊阿咧担保下迄个制度啦，啊，所以咱而且要搞教育保育，咱每年个十二月个迄礼拜，拢有要拜托国教个出啊过个，啊甲迄个中午就是迄、那个记录迄个小会。总指挥的书记，肯定的指标来到咱中央团来检查。啊，这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恁若无摕迄个财务的会计这个资料来，阮甲恁看过吼，就无咧开放去证明啦。哦，所以这个恁请务必要帮忙，大家来配合。啊，无恁无阮看，我免哪知啊？恁来开放去证明，甲中央哪来证明？这个当初就是银行改了款，是的，是涨了了，总调转啊，跟你无看，到底你的效率是有下降了无？哦，是不是真正有方面？哦，所以这个一点来拜托。再来就讲那个，咱每个月，咱每礼拜拢会收到迄个各种的咱的方面会员，咱的会员会员方面，啊方面的是吼，我发特殊的嘛，我到下到拄着，咱目前的。把那个提货单，各位母亲去自己去买，去拿办东西，因为个人这手续不一样。为了我阿婆爱这块的，阿这块就出一摆，阿后来发提货单了，结果呢，吃了来，那发从提货单落来后面是嘛，做后面证明的啦。啊，你知影提货单，这是我都做现金的吼，那你到位的时候，以现金为主，哦，所收的现金为收入，支出现金才做支付哦。哦，其他不使哦，所以这提货单都得赚钱，跟我讲过，我到咱到化解这个，由主办人员、出纳人员，就是来这提货的奖金，就一张提货单甲买起来，迄一张500-600给你买，其实会当买到500-550，你加一时间，差不多较低啦。啊，咱就做500-550基本的钱啊，甲买起来500-550做，啊，这是这样的状况。不只是有人是方便是有人，我咱个无顶好讲，只要一方面有一个是，有一个某时某月某日袂使把白纸登上，因为咱有块个兑现啊吼，你着有兑现，只要兑现那一天的日期，你甲收到迄个礼拜日，甲做个礼拜日方便，迄只个迄只个礼拜日啦吼，那一个礼拜的礼拜日做奉献收到的日期，好，这样安尼知影吼，啊，搁一点搁。意外状况，我到来到这里，为告未来的告来的某人来奉献，哦，这个要小心了哈。这个就跟我们秘书团哈，因为我在邮局还没退休以前，我就是专门找人做这块的看管理邮局业务稽核哈。好，他说他说这个会牵涉到洗钱防治问题。好，假如我跟某某人大家分工好，我很一百人，好利。啊，经过咱个教会就晓了，这个贴出来，咱就当条款借一点了。啊，反正我来做一天做，你做老板可以吧？你看到了，我看到了，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做嘞，但是这是违法的，就是洗钱防治里面特别要很小心。咱那边有个波波的状况，方面只能够在西二十五天内专款，特别专款的那个，比方借条天金，别来购买福音车。在公园房屋修缮，还是包括上面的慈善基金，有经过小会开会决议的才可以，否则平常不要为某人哈，我觉得很可怜，我就给他奉献给他，不要这样，你试一下，那就不要，好，谢谢各位。按照各位告别昨天这个问题来行动注意，因为你教会注意是盈利所得。必须要报税，啊，就是到完全无咧靠，啊，你无咧靠，变安尼来报税，可以用自由奉献，自由奉献会记录，还蛮省钱啊。你无我你完全报来，一日2000，讲讲得来，你无把写我一个标出来，你借用使用管理费还是清洁费？清洁费是劳务所得，各位你也不要是清洁费哦，好，不要是租金。要请清洁费，租金是盈利所得，
主那个青年会是劳务所，不要扣所得税，用自由奉献，不要标榜，不要标示奉献金额，口头上讲的话，大家来找咱的教会做一钢琴发表，哎，主要啊，我们属于农民啦，不对，一般东西搞了那个一千块钱啊，然后够。你唔能够标出来，标出来一看就给你扣税哈，他就帮你报税下面看看哈。过来，我觉得是这个状况，我们有化名啊，我也很大胆的。哎呀，化名哦，就是你到迄个，你可以把这样的化名写哦，到时候哎，化名都化名，让他证明。所以叫好用，尽量唔好化名，那边化名做你叫化名安徽，好，安徽到的时候。偏旁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迄种麻烦哦。阿伯，我同你本的出入哦，做着出入，拄到迄个到迄种寺庙、红迄种寺庙内底，到迄红迄个证明单，搁附来做来还的，要么做麻烦哦。因为即摆迄个税务对咱交的哦，迄个钱也掠出来，但我无对着讲，其他人有赚侪钱的，特别是超过一百万，到底安尼还？叫我来，我来记了啦，我来知影是差了。不是讲个别人嘛，后面超过一百人，你就真正是当面没交的，后面一百人当面无还，我听咱就较实。啊，若他是有收到迄个，因内面来咱看咱的账号，哦，咱有一个专家在调，咱就用心做事，专门从伊个业务开始加上专门的专家吼。你莫耍了，别了莫变，莫变了，那咱我就好，你过来过来，直接看我上去。我系看啊，我知，做嘛，只要你家己补卡，只要你家己补卡，你就赚啦。哦，他要什么就要什么就好。啊，这是专家我们现在那些模式，就很多专家啊，那个，这个叫农民工帮你看的哦，那些模式。啊，今天他办，你还记得？哦，就最后了。嗯。那咱们来讲，咱们那的会计人员是负责出纳簿记员，做财产管理。这财产管理各大银行单位上，现在做事务管理人员呢，就是总务组啦。哦，总务组的这个做财产管理。有啥物做啥物，我真重要哦。我只只当呼吁啦哦，五万国家的当个信，即个财产部分，无免你后摆无输几贵个事哦。啊，刚才电访啦，啊，刚才啥物物件啦，啊，无输人早走，安尼吼，无输几贵啊，甲人打啊，无输人家走起来，实在对无输真伤害，安尼嘛，该看啦吼。咱做个就是，咱爱听有价吼，啊，所以咱就要做好。即个是预定设备吼，啊。这里我是电通，关于阿全个人来感谢你。这样，这里面都有那个相当细细的那个附件，各位都可以买哈。我们的中会也有中会官，中会股票官的用专用的表，好，加上我的表专用的哈，来向中会来买，好，安尼蛮方便嘛。过来就讲这个哈，那我们话说，我们用中会这个会计用的哦，我那个做了真好，好不好？就给大家哈。咱若往前边点了，较麻烦。咱打电话给中会，诶，财委会，他中会中医药转四三二分机，哦，转四三二分机，迄个财委会，他财委会，他是他校长的前辈哦。啊？这边都到任务了哈。啊，阿弟，你这个来来到福建哦，他哪有他都没到任务哦，我了解了，到。五万元，咱用个最好用。你甲查过就从来听说。好，我们这样呢，把这个收入放出来，就来填表格。就，哎，你也没法子讲到底填了流水号码第几号，我真的很好用哦。啊，所以五万元咱打过来哦，他帮你到来有料，咱明白哦。反正那边我跟成都号码一样，叫我把提成文寄给你，这样哦，祝你老板六万三。过来，咱咧就计讲啦吼，若是超过时间过啊，要迄个消费的时候，我只个建议眼同伴侣。什么叫眼同伴侣？是请老师甲主管人员做把这块配方来发销。唔好学小人家己收，伊无收，结果伊啊外流啊做坏。吼，这个都是外流很麻烦，要眼同销。吼，过来讲。教会的会计档案务必要放在教会里面，啊，所以说附带讲一下，教会收的费用、用钱的费用，我是爱放教会里面，唔通放到边处去，
我咧处理案，我处理案是讲国外客，我还做做嘛，这个道上有很大困难，这也不好哈、哦。啊，所以你咧管理这个价值，证明话咱当负责这个发行这个证明啦哈。啊，迄个证据簿，咱因为做这个月记，啊，还有年记，月记哈，月记的镜头下方有一个红色笔画一线。累计划两条线，所以呢，接下来你领导家里啊，给你旁边画一条斜线，红色的斜线，从右上角到左下角，把它比较好，那边空，给你空白，没有登记，看过以后说不能不登下去，到底怎么办？这个就很麻烦啊。二十二页是
注意数它。那二十三页是记得啊，在一个第六页，二十四页是这个数为第六页边界安尼嘛。啊，这个就是起码咱先做准备啊，啊，去挂单，啊，去挂单。啊，咱到十月七日，咱就会做这个在一个数的检查。其实哦，这个检查是督导啦，甲指导啦，哈，唔是真正督导，你假如讲，啊你啥物无做，啥物无做，就是是安尼，还是提醒一下讲啊，你啥物所在无好势，啊那。做好的吼，实在是爱去表扬，我实在是伫咧想讲吼，在这上面是那是这个吼，在前三名，啊各有奖金安尼嘛，吼，啊这有在这可能有比赛，可能有在到处比赛啊，都有一小队恭喜啊，一小队，我说哈，各位朋友，后面二十多页、二三、二十四页哦，请各位先回去看一下哈，我咧看就看起来，啊你先甲准备好势，哦，哪几个缺点咱买几个。像讲会员在过做一半，啊，就收较少钱，啊，唔是会
所以这中间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哦，会费跟付现不一样哦。你要做方面就是到了收入跟上费用，然后来当维持。啊，你若是会来当做方面收入，来当做跟上费用来面，只是讲你是搞安排尔嘛，只是说给会费给他拿，只是调配登记一下而已。但是我们来讲吼，经过到的迄个政府应用，不一定是说会当回收的。比方说，为基建会奉献，这个我基建总要自己单独开发、开支、收据、奉献证明给你。但是你为了变精神嘛，你把钱交政府应用，阿伯我人为了变两个现一千两千，这是征信尔，但是交作为回收哦，无要给还钱，直接由总会、总会变成个总会。会问性质，你可以用照片去给它联想，关于资金管理那边有很高的要求和观念。啊，你也没有做到的，就是首先，安尼谈，这个第一性质不相，性质不一样哦。过来，它牵涉到你经常会装受理的管理哦。有很多教育都在那上，那个上，就弄个像这里这低调化性质哦。后面里面呢，实际上是告诉你买家，不是告诉你消费者。我咧讲个吼，像台南新南医，啊，即个三间个新南医吼，伊个企业主义啊有防疫，啊防疫内面吼，像过去迄一单吼，过去三单，迄个玉山新南医又寄迄感情落来，其他个伊是很多个吼，啊，很多个吼，很多个就两下吼，来，即个咱讲个意思啊，因为即摆南市、北市拢无啊，一条中小医、中小啊，所以你个。各会员所奉献的价格下调是，即卖伊是中寿医价是优势来是，你着往这边来是，你着从每一个会员所奉献的时间呾，做做公告在你的公告栏。即卖人是嘛是已经互教乖啊，唔敢去甲你开始，叫做你教来个开一张，啊人是个开一张，啊包我做重复申报，重复金额安尼吼。哦，所以他现在太少了，做些中小公司呀，好骗钱的嘞。啊，你大一点，你大啊，按大的价钱，上面很贵，上面一个大大的公告的，哦。啊，那就是我爱讲的贵，中那个高的中小，不知道一下子。哦，啊，你再听下哈。这边我补充一个，是讲，那是咱总会上下的机构。啥物叫总会上下机构？就是有即个新南医啊、国用心等等总会上下机构奉献。咱即马总会已经拢甲遐个上下机构讲了，无必搁个别开法定证明，吼，拢总由咱用会财团法人来开。所以到年底总结算的时阵，恁就爱非常清楚，就讲某一个人伊个奉献啊，某一笔钱是。总会上下去，同片公司内面，这个是用会财团法人来开。啊，若像同片老基金会、CCF 什么世界顶老会，迄拢毋是总会上下机构。啊，你若分袂清楚，啥物叫做是，啥物叫毋是，啊，就敲电话问我，你就好啦，吼。啊，哎，问我讲对啊，所以啥物疑难杂症吼，拢问我就好啦，安尼吼。啊，国税局啦，来啰嗦，找我，我一样找。OK， 来，咱中会电话号码大声记者，哦，叫做比276救救我，276999995，2766救救我，老爸老母一时间会感动，然后到最后就迄落到的，
办理哦，无去办理土地，你就是做无去办土地登记，并且哦，干那好讲哦，小妹话记录哦，有准无？无效。那法院告下去有文书啊，告回书，哦，一定要书面维持，哦，不动产的过户买卖一定要书面维持，哦，尽量拜托领导，麻烦领导告回。要是被钱，他给他买房的，啊，我是应该很好省，啊，我给他过过来，然后那个被那我房间了。那么这本哦，这本咱等于现在是给他看一下啊，这个很好啊。这那个哦，好半年啊，下半年大概十一月我们还会举办一次联席会，哦，特别要有点用力。下半年的联席会哦，专业哦，他对着在讲迄个安怎样会方便见面的代志啊，哦，啊，所以你们过来先发财哦。那到会上。我今天討論很多很好的建議，我剛才發一個書面的文給教會，因為很多中職都沒有來，我可以印給因為那太多了，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大概一些重點，我沒有聽到，大家聽到大家聽到這我要把鄉親小姐現在說來按順利直接到來會繼續也蠻努力去把握咱拢讲，咱都有七十间嘛吼，按算过来的，那加上来，五万咱退了吼，基本好好来保管，好好来保管，这是真正是礼拜的很重要吼。来，咱就是啊，这个位吼，我请差不多三个多钟嘛吼，我旁边比例的黄经理点点。大家聚在這裡這麼清淡喔，啊，這個，你歡樂啦，其實各位事務所都很可以配合大家，大家教會的需要，所以你早十座，啊，各位事務所都能幫你做到很好事，啊，你寄十塊，我們也幫你做到很好事，所以都很歡樂，啊，各位就教會的會有事情啦，啊，你知道嗎？教會的三十一條搞了有可能就有啊，有个有可能就是讲，等较明年的时候，人某一个月应该个来讲爱补水，对不对？啊，补水有可能就是讲伊个环境这边比较烫，这个环境足少少少钱，较少钱在内底啊。所以免烦恼，恁的教会也是咱的朋友，拢有拄着讲啊，我个可能该准备爱讲该去开环境这边，拢来开，哦，拢来开啊，可能伊一百、五千、十八、一百啦，拢开安尼。啊，有这是列举扣除较需要，啊，若无需要列举扣除，来实施上下，无需要这个关联证明，关联证明可以免提列举扣除啊。那如果有列举扣除、标准扣除啊，无需要用这个吼。啊，公公的这个爱需要咱提这个，是讲咱的朋友嘛吼，伊关联一百万啊，他真正有一百万，但是吼，伊个无可能列举扣除一百万，咱猜意思哦。伊的总收入，伊个总收入的二十趴安尼嘛吼，所以其实若会使话，甲鼓励讲吼，请伊开，譬如讲伊啊，规年度的薪水是200万，请伊开40万，上加一40万，开100万吼，绝对的贵，我所以叫一定要发一张回来给我事务所讲，请你证明伊开100万，伊奉献100万安尼嘛。了解无吼，即喏，拢会拄着咧，啊，咱着尾仔来写讲，啊，真正是奉献一百万属实安尼。啊，伊倒是讲啦，讲可能讲，我无啥，迄个加伊讲，你打讲属实，我变来变吼，哇，这个真正是足烦恼的吼。偶尔会拄着一个，伊真
他若开公司，我迄边团队有办法开公司，找到咱这边团队，吼，有意向。本来迄个我人家是有啦，咱那个就是，有当时咱也有做副线幼儿园，咱有幼儿园的迄个费用的收支报，爱谨慎。您呐，诚实报账，但愿你们不要把这个数字金额列在了核会收受里面。念完的，好、哦，安尼听有啦吼。有的到的，伊的幼儿付钱幼儿，伊的所付的税款，不是照法规规，有赚钱有较省的事。更难免伫迄个核会收税是买从幼儿。所有的规律路的收入支出，各种的活动，你各方面各方面，我这样子不能泡沫的。好，这我先提醒一下啊，有牵涉到那个税务，那这款建议，我们也提醒我们的主事人员，今天买一对和我就业的，好，也是获得了成就。我来跟我总结，好，没事，我跟公姐提大家哈，提大家来做一个黄金的传说啊，这个是啊。教咱安怎办公招税啊，要节税啊，吼、哦！因为宗教团体免办理所得税申报嘛，吼、哦，这有几项吼。啊，特别第四项就讲吼，三个，啊，这几项就是属于公共劳务收入嘛。啊，这就是要教教咱节税啦，吼、哦。所以，若是吼，当然这个金纸这咱无啦，吼、哦。若大俗吼，咱无啊，咱中国内底有严惩教会，去哪边教会因无所在，咱无人做因收。所以咱可能变作讲请一些自由方面。啊，那第三吼，我这是也较会，唔知我想恁来去了想好好哦。恁来讲，比如讲吼，一个啊，骨灰啊，一归十万哦，你个排啊，你有你叫做那个高收入哦，吼，哎，比较水平吼。所以这高收入应该要准备好。啊，后尾到的各家后尾到的，哦，后尾到的赶快啦，后尾到的恁。请您注意哦，吼，啊，买这个今年以后吼，啊，来买下买什么货吼，买贵吼，你呐真正去想收可以，啊，这个爱这个交税金嘛吼，所以这小可是个变动的方法吼，自由方面，啊，你变哪去自由方面，刚好吼，这十万以上安尼啦，哈哈，歪数吼，啊，自由方面十万以上那个十万嘛，对不对？吼，加上上面的吼，以上。这是题外话啦，吼，有听讲中会吼，啊要迁去另外一个所在，啊，即摆吼，大家拢解了解一下，啊来啊解去，啊有诶当会遐去，人迁去迄边遐嘛解有啦，啊是讲安尼诶情形，啊有啥物诶过程，啊先互大家知影，即种话欢喜啊。这么多人家，就我所知影啦，因为我是大伯啦，无大伯。咱个中央事务所是市内真方便，不过有诶最大诶缺点是啥？无地停车，无地停车。咱后壁我知影，咱听着后壁有了一间庙，头前一间庙，你看前面即摆因遐人去要去拜拜，无地，伊就来咱看啊。即真困扰，吼、哦！啊，即摆有咧想讲，伫迄个祥和新村，咱咧谈到个叫做诶，啥物啥物真水诶。哦，像磐石的迄个小路，迄足水啊，因为迄个是伊有奉献一块土地，啊，要变咧变咱一块土地，要做乡和教会。假使咱若到有到机会，会当到变来做地方来做一个中会事务所的挂一个据点安尼啦。但是我到那个无少想啥，啊，咱规划尔，啊，爱开着钱哦。所以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嘛，有的人说。啊，唔过老来开会啦，你开车啦，你咧真无方便啦，哦，咱车内要坐当地吼，当地地方面临真正就交着要开钱去考，我介绍下咩啊，车模式无错个。好嘞，即个代志其实是伊在中啦，啊，当然咱即个即位长老吼，就是伊听着啊，咱是真多谢感谢，有对即个代志关心。中央事务所二十几年前买迄个所在，咱个前辈有真有眼光。已经把咱的中央事务所理好势。其实，伫全台湾即个平地中央来讲吼，啊，足侪中央伊
也做无重个事务所咧，因拢去用租个，吼，啊无就是共借个安尼嘛。啊，咱家用个二十几栋钱，就已经有重个事务所。啊，时代咧经过，当然即马即个嘉义市发展已经去到第八年安尼嘛。啊，过来今年月啊，即个月底就一大间包个公司甲两间公司个所在，所以是真快个所在。咱讲啊，北方很发达个地方安尼嘛，吼，所以大家去遐停车拢无问题。啊，庙的会当去，啊，我不是咧笑讲吼，迄、那个庙的员工吼是迄个庙的总干事，我是基督教的员工，安尼啊，啊，我互相尊重咧。不过不是共样嘛，就歹势。啊，咱有咧想啦，不过即种祈祷中，钱是一个较大的问题。若倒一天有一个人满两千万讲，啊，老师，即个互恁啊，大家来去叫伊收到，哦，我马上处理了，怎样了啊？啊，只有两千万就好啦，啊，不过这祈祷中，嘛无一定磐石啊，因磐石咧是一个咧故乡的所在，有可能伫倒，有可能伫倒，拢有可能在啥，拢在祈祷中啊，互相。主民兄弟兄弟，我哩感谢你，你伫你所创设的人民中，竞选阮成为你的百姓，佮伫你的百姓中竞选阮来参与教会事务。主啊，阮这有限的人，阮所有所不足，有所欠缺，总是阮来参与伫你教会事务这种的无限的时间，阮内心非常惊讶。总是阮奉主的圣旨，保守阮就是对天来地位甲规章，互阮伫。教会的财务事务，也是各种团体的事务所点名，会当助力手术的开展甲治理，互各种的时间会当来顺利来推行，来应来做个。啊，只是阮会知感谢你的保守带领，阮真顺利来经过，互阮得到真多有关于财务的问题的知识。啊，不如这是伊阮的试算，啊，保守阮的脚步，阮的平安，等到阮的家庭。阮有较有困难，搁较有精神来用教会时间来度，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多谢各位，啊有平东咱请。